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别谢托经难得闻。今于无量具资解，读诵受持亦如是。如说修行者更难。南山律在家贝兰略篇持梵篇啊，诸上善人，大家午安。好，请放掌。这是我们第三届这个律学班最后一堂课圆满的最后一堂课了。那因为这个课程的时间配档所以到今天就是最后一堂。但是呢，我们的课呢，由于这个在家贝兰是这个量也多所以呢，这本旋没有办法完全依着这个课本讲完，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也只能讲到这个什么。吃饭边的道界，再告一个段落了，这样子。那待会还有空档的一些时间，简单讲一下这个什么，这个忏悔篇的一些，应该不忏悔篇内容也讲不多，没办法讲，主要是讲忏悔的这些仪式，跟简单的一些概念。那一样，我们在进入正文之前呢，我们先课本我们上次讲到194页嘛，对吧？190第一行。那一样，我们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一样把这个什么，这个三世诸佛，这个一脉相传的这个法位这个所谓的传法记我们一样再把它读诵这七佛的传法记我们一样把它背诵一遍。好，毗婆尸佛传法记，身从无相中受身。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是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略教戒：人入第一道，佛说无为罪，出家恼他人，不明为沙门。施弃佛传法记，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身如锯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略教戒：譬如明眼人，能避险恶道；是有聪明人，能远离诸恶。比舍夫佛传法记：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应尽有；前进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略教戒：不谤亦不忌，当奉行于戒；饮食之止足，常要在空闲；心定要精进，是名诸佛教。拘留孙佛传法记。见生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是人与佛何殊别？略教戒：譬如风采花，不坏色与香，但取其味去，比丘入俱然，不违逆他事。不观坐不坐，但自观身形，若正若不正。拘那含摩尼佛传法记：佛见身知是佛，若实有之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略教戒：心莫作放逸，圣法当勤学，如是无忧愁，
心定入涅槃，啊，迦摄佛传法记，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即使身心是幻身，幻化之中无罪福。略教戒，一切恶莫作，当奉行诸善，至尽其至意，是者诸佛教。好，释迦牟尼佛传法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合成法。略教戒，善护于口言，自尽其自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尽，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好，请放掌。好，我们回到课本。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第具五缘成犯当中的这个第五缘呐、啊，哦，第五缘就是离本处，那离本处的这个缘哈，191页，那离本处这个缘哦，就是他用十门呐、啊、十句的、啊、哈、十句来加以阐述这个离本处的这个什么含瓜的这个什么相貌，嘿。好，我们有时候从这文字看，以为离本处就是把东西离开原来的处所叫离本处，好，其实它的意义有很多。你看，像破坏啦，哦，颜色的破坏啦，哦，还是那个什么这个文书啦，哦，它那个什么写地契写错，给人家写，然后写不同的位置，然后侵占到别人的，哦，那这样哎，他假如也就会什么，也一样是犯到盗窃啦。哦，那我们上次是讲到193页的这个所谓的第十哈杂名一处，那很多项哦，总共有列这边资主帮我们列出的这个大概有13个，哦，13个，那我们看着再翻到194页哈，那13个当中哦，这个紧接着这个行踪记啦，哦，第一行行踪记来解释哦，解释这个这个列出来这个项目当中，它把比较有特殊的哈，再把它加以再解释啦。哦，这个行踪记的部分，我就直接消失了。好、哦，行踪云哦，194页。那另外蓝本呢是在100几页，有没有？没有带蓝本，没有带，有没有人带蓝色的本子？好、哦，有哈、哦，第几页？好、哦，173哈、哦。那假如是蓝本的人，翻到173。哦，那行踪云五，哦，这个。空无就是空中哦，我们在那个哪边啊、哦？我们可以翻到那个什么前面193有没有第五个空哦？为衣物鸟等哦，那从风吹啦而遇到者哦，他这边有说左次过右次哦，从尾处至头上下一耳哦，他来解释这个哦，那这个左次过右次，那约的这个鸟啊横飞来说哦，横飞来说。然后这个尾至头处啦，就约的直飞来说，哦，那上下就是鸟，哦，当然就是上下，哦，上下飞可解，哦，以空，哦，以空这个什么无分其故啦，哦，所以约着这个鸟的这个飞动的情况，啊，来说明这个什么，来说明这个离处的一个相貌，哦，就是你要偷这个鸟，哦，那个鸟，那你或者要怎么偷啊？这个鸟，哦，或者是用笼子还是怎么样，哦，不然这个鸟在飞。哦，怎么偷哈、哦？这个也难想象哈、哦，可能用篮子啊，用什么啊？用篮啊，那个什么，用诱捕网哦，用网子哦也行哦。那或者是笼子，或者这个赛鸽它飞累的哈、哦，它没办法飞的，你就抓它嘿。哦，但是这个横飞啊，就是只要你稍微移动一下哦，或者往前直飞一下，那这些比较移动的都算了。哦，这个鸟飞哈、哦，然后。因为鸟我们没办法控制它嘛，吼、哦，它一惊一下就飞走了，哦，它应该有其他的东西捕获它，它才然后把它带走，那这样才算，哦，啊，不然说在空中飞，你脚，你除有绳子绑着，哦，有绳子绑着，哦，这样子，哦，那大概原则上它说明的就是这个，左次过右次，哦，那
横飞还有直飞的情况跟上下的情况，哦，哦，那这个是鸟的部分，哦，那再来，第九个就是田啊，田地的田呐，哦，田中岩相啊，相岩哦，相岩它主要是说明是什么？我们上次也说过，就是打官司的意思啦，啊，这边的位哦，就是说，啊，林芝律师说啊，一官啊，一官辞讼啊，哦，就是主要是打诉讼这样子的。哦，那这样子叫相言，这古时候的一种，哦，可能或者是什么这个打官司的一种专有名词，哦，他们的一个言辞，哦，名相。好，那这边说到得胜众者，哦，得胜众，哦，就是说打官司，然后他又胜利，那会他得胜了，结果他会犯到众戒，为什么呢？他这边说为非礼而得，哦，主要是他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他是可能透过。贿赂这个打官司的这个或者我们讲现在的律师啦，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头像状的那个什么负责，那个叫做什么乱状师是吧？古时候叫状师哈，啊，他帮忙，请他就是用这个这个什么非礼的哈，反正他都要亲损，说你就跟我们这么说，然后把这个土地弄让我赢，那这样你就会得到更大的报酬哦，那这个可能宋师就帮他了，哦，那就会得罪，所以他这种得胜众的本来就是他有当事人就想要准备侵占这个谁啊其啊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什么土地啦，哦，所以非礼而得，哦，非礼而得。那假如正常的诉讼呢，正常诉讼然后也公平的去什么有争议拿公平拿去最后划分出来，那划分清楚没问题，那这个就不算了，哦，因为你们也要清楚，只是大家有疑问，哦，哪有争执啦，那最后透过公信的单位，要把这个清楚弄，把状况弄清楚，好，哦，这样子。好，哦，那这个是啊，这个九地有田，那再下来，那地田哈，哦，它这个是也用透过诉讼的哦，他请官司诉讼的。那再来呢，那官司没有打成功呢，那可能就改另一种方式哈，哦。若做意向者，他这边就说做意向，这边说比云，若不胜矣哦，假如没有胜利以后呢？哦，更坐相哦，更坐相，就把那个什么，他那个地标啊，那个地标的那个地标，把它做其他的啊，哦，移动哦，他把它更改啊，哦，移动哦，若所得地乃至蛮辱哦，得上罪啦。好，哦，我们知道上次也有讲过，你即使那个用那个墨绳有没有一弹，虽然只有短短的哈，哦，可能或者几毫而已，可是你这个什么地是无价的。哦，你这样一谈的话，你有侵占到别人也算，我们会蛮辱的哦，因为地生无价哦，所以这个侵占这个地啊，哦，你说哎，那是不是要照市值的，啊，市值来算呢，啊？哦，那这样其实讲约了这样，你有要侵损的话，哦，都会蛮辱的，哦，会蛮辱的，哦，得上罪。那为坐标啊，相取也哦，就是坐标相啊，跟把那个地标做移动。哦，原来人家打好，你再重新再把它稍微移一下，哎，这样子哦。那再来，使处所，哦，使处所中，哦，就是讲到处所，哦，那处所中就是他这边有说到的啦。简单说的就是，好，哦，像殿啊、殿室啊，哦等等这样子。他这边只是殿室坐处，那完整的支主就把它列出来，哦，处所与通，哦，他在讲处所，他是一个什么？哦，大概的一个统称呐，啊，哦，语通就统称盖瓜哦，处所的地方。那处所假如细分呢，大概有什么样的相貌呢？哦，绿云在四分律说到，若家哦，就是人家的那个什么家啦，哦，住家啦，啊，若什么啊，这个市哦，就是这个市场的那个什么店面啦，哦，卖东西的哦，这个这个市啊，这个什么门市啦，哦，那再来就是什么果园哦，菜园哦，前庭。哦，还有社后，就是屋子的前庭哦，还有叫那个什么门口顶啊，哦，一个台啊，门口顶以前都晒谷子、晒谷用的。然后还有那个房舍后，哦的后也有空地，哦这些。那在若富有余，哦若富有余处等啊，哦，其他还有整个地啦，哦这个也都算啦。还有什么？像大致上这个若家啊，乃至这个市场哦，果园。哦，那或者人家这个小摊的那个租的那个小摊的位置，哦，这些哦，我都算啦，哦，就是你有意要给人家侵占，哦，这都会犯到这个盗窃的，哦，所以他这边说若富有余处等，哦，假如
可以举例的，反正有关于处所的地方都算是的。哦，好，那这以上这是行踪记来再解释这个哈，离本处这个地史这个杂民离处的哈，就离本处的一些其他的杂项的啊，比较杂，他把它统一，把它再做一些补充哦，完整大家可以看出哦，原来我们这个离本处的相貌不单单只有我们啊这个什么所谓举离处而已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相貌哦，啊，以上就是这个离本处哦，那我们就把这个所谓的我看一下哈。我们把地有主物哦，应该是翻到。我们把这个随事的哈，178页的哈，第二支随事哦，把它讲过了，好，随事讲过了。啊，紧接着我们就进入第三支啊，第三支啊，在第二支这随事就是举依着这个道界的具有缘承办逐条来说明哦，随事。那最后随事讲过以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三支结事，哦，结事就关于道界的哈，它最后啦，快结束了，啊，做一个什么啊，这个结类似结事劝修了哈，宣主的一些哦特别的，再把一些这个为什么要道界要花这么多的篇幅啦，哦，然后它的一个用意哈，啊，来再提醒我们。那四超云这段文哈，大家好一起念一遍哈，好文比较长。然道界相隐，极难分了。若广张体貌，徒迎卷轴，至于披简，取物必繁，故略泛圆。出之梗概，亦存审视之足。忧心念道者，缘尽寂局。少因清洁，若多重物而欲高升者，碧罗道王终无有出。何者？由心怀胜略，导想未勤，出果无学，方可盈事。有心怀道者，细读复试，深知乃知。有恐不屑者未烦，于心时未严禁，约略如前，故却消也。哈，削啊，消也。哈，好，好，这个是啊，宣主啊，最后的有关道界这方面，哦，他做一个结释劝修，然后，那这边说蓝道向蓝道界，哈，蓝道界。相隐哦，这个就是然而这个道界这个什么它的相貌哦，这个说道界的维系的相貌啦哦，不明显哦，不明显哦，然后不明显就容易什么容易犯错啦，容易可能违犯道哦，它相隐就是它的你没有去好好了解，以为哦这个就不像刚才讲的，你只要不了解那个十种离本处的相貌，有时候你还以为那个不算是道界哦，不算是犯道离本处哦，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呢，它说明的啊，道界相隐哦，它的相貌非常的隐微哦，不容易发现哦。那假如我们凡夫都比较粗心哦，假如没有人提醒，不容易察觉到哦，所以相啊极难分了哦，很难呐、啊，很难去分辨清楚的，哦。啊，若广张体相啊，若广张体貌哦，假如果说呀。要把它广泛的来什么，把这个什么道界的这个相貌啦，哦，它的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哦，就代表要写很多啦，啊，一条一条的写出来啦，那可能会怎么样？这边说到图隐啊，图隐卷轴，哦，图隐就白白的啦，啊，隐就是写满的意思，充满的意思，就是你这样白白的写满了很多的什么纸张啊、书籍啦。啊，卷轴，古时候的这个书籍，然后就叫卷轴哦。他们不像我们这个现在的线啊，用订书机啊，这种所谓的现在的书哦，他们可能用什么哦，用卷的啊，这个一块长长的纸，那卷轴起来的哦，代表要写很多书啦哦。假如要说明所有的道界的相貌，很多很多哦。那这我们现在就方便啦，
我们现在刚好有什么？有电脑哦，可以查询，然后关键字查询就很方便。哦，古时候是因为都要用写的，啊，你讲这么多的这个什么，这个文字这样逐一啊，然后叫一个初学者一看，他看这么厚的书，可能都倒了，是吧？哈，所以宣祖当时也是把很多重点呐、啊。让人很快的，你要学，要很快的学到了解大纲，你别不能太繁琐。他只要了解大纲以后，剩下的他就是再去批翻寻那个什么相关的这个书律藏里面的文是这个意思所以徒营卷轴，假如真的要把道界完全说明清楚了这个律藏这个什么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一花的，我们之前有讲到道界有的花好几卷，3卷5卷那个律藏里面要花这么多卷，把它说明清楚，很多，至于这个批简，批简，取物，取物必反。假如说他想要去了解的时候啦，你写这么多的时候呢，这么多卷轴的时候，要查就不方便了，所以我们要取物必反，就是你要去读阅，要去了解的时候呢，就很繁琐了，很繁琐了，那顾略列范远顾略列范远，所以道宣律祖啊，他在行事上就说了，所以他就什么，只要简略把类似什么，把这个范远大纲有关道界比较重要的一些观念跟还有他的范远把它列出来而已，让我们这个什么，因为这个行事草主要是给这个什么出家人出家人看的有点像这个什么他们的行一般的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行事守则啦，平常要做事的一个守则，他宣主透过做行事操，希望出家人很快速的知道，哎，平常的这个戒律的行持大概的一个相貌是什么，他是用意是如此，所以顾略列范远，出之梗概，梗概就是大纲或架构，了解这个大概了解这个什么，我们这个道界的一个什么主要的这个所谓的居五缘参半也好啦。那什么样的相貌是道界的啊？道心的相貌是哪些的啊？这比较维系的。一般我们认为有道心，一定是什么？你要有偷盗的心。原来这个黑暗心、道心，十种道心有讲黑暗心也算。你糊里糊涂的，把这个三宝护用，那也会放到道界里。所以出之梗概，透过这个行事操嘛，他这样的一个写，简单的把这个道界的相貌，简单的把它列出来。那意存审视之主，主要的是什么？道宣律祖他写这个行事草，主要是给这些什么真的想用功的这些什么修行的这些人他们可以什么，很方便的，很省事的，那很主要这边知主讲的是什么？少欲知主的这些行者啦，这些修行人，让他们很方便的可以了解到这个什么，有关于这个这个戒律的这个持守的一个大纲方向，它的重点是这样子，所以他写的不多，都写了很多大纲，所以你只要把我们把行气烧的那个林北宋的林芝律师的文拿掉，听说都剩不了很多啦，因为道宣律祖有把它删，这叫什么行气烧删补删文补阙嘛，删繁补阙，他把一些繁的删除掉，那补一些重要的进去，他把他的什么。所以略出来剩下一点点而已，所以呢，唐朝道宣律祖这么写的时候，他当时的人看懂，可是传到北宋的时候，因为文就你只要没有学看过律藏的人去看那个根本看不懂，看不懂那在写什么，所以北宋的林芝律师才重新再注解这个什么行事操啦，所以意存审视之主。专门为这个宣祖上的设计写这个行事操，就是什么，让这些我们这个什么少欲知主的行者啦，可以什么比较方便的去查了解这个戒律的这个大纲啦，那他有这个大纲，他是一般持守上，他在这个欲尽风云，他就会留意啦，留意啦，所以针对的是什么，这个少欲知主，不想去攀援外境的这个行者主要他设计的这个行事操的用意是如此，那再来，这边宣主又说到了，忧心念道者缘尽即绝这个少阴清洁少阴清洁这是忧心念道者，他这忧就是道宣律祖忧了，大概就是他们忧心这个为这个什么，
哦，忧心这个什么修行者哦，专门想要在用功办道这个行者的哦，这些人呐、啊，哦，那缘尽即举，少阴清洁，哦，这个本来这个什么他想一心修行这个什么少欲知者的一个行者啦，他的攀缘的所缘境就会比较少啦，哦，那。常常知道出预计逢源就要调整，那符合他的行持符不合佛陀的智的这个戒律的这个范畴里面啊、哦，有没有违犯？哦，他在做的时候，他都会先考虑到这个，哦，会不会违犯到戒律？哦，一般的日常的生活，哦，那这个初一十五到啊，十五到了，月底到了，那出家人哦要诵戒要做什么事情？哦，他都会依的这个戒法。啊，来作为他日常的行持啦，哦，那作为他的这个什么，哦，一心在道上的这些行者啦，哦，他的缘所缘境就什么比较少了，哦，比较局限了，哦，他不多，哦，所以少阴清洁，哦，他的戒痕呐，稍稍的就比较什么，哦，比较什么相应呐，哦，相应什么就是没有违犯的意思，哦，少阴清洁，哦，就是稍稍相应，哦，戒恨就比较清，啊。洁白就没有违犯的意思，哦，因为他的是什么一心念道的人，他就不会哦太多的妄想，哦，他即使有欲尽逢源有妄想，他也会什么把他的心拉回来，哦，用这个什么用圣言量啊去关照自己的心，哦，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哦，所以他不会有多的这个欲求了，哦，所以他戒恨就什么稍稍的，就是比较相应什么啊清净呐，哦，就相应这个什么洁白清净洁白，哦，没有违犯的。的情况就是清白，啊，这个清白，啊，清洁，啊，若多，啊，若多重物，啊，假如这个行者他是什么，他是比较什么，好要这个为公为众的，啊，服务的啦，啊，那而欲高升者，啊，但这边讲的是而欲高升者，是为公为众，为公这种情况呢，那他今天假如是一个什么？他戒定慧都有所谓的基本的这个什么学养啦、啊，那这时候他出来为公为众做事，这是应当的，因为他清楚该怎么做，所以他来引众带领，那是 OK 的，是没问题的。那假如今天刚刚一个初学者一下出来要叫他，譬如办事，那他的相关的这个戒定慧都不清楚啦，那恐怕会有很多地方会做法，他会不晓得。哦，在佛门里面，哦，佛陀规定要怎么做，他不清楚，有时候会用错，哦，或者做的他认为是对的，可是他用的方法，佛陀认为是非法的，哦，佛陀讲的是非法的，哦，啊，他以为是可以的，哦，所以最初学的这个什么出家的人，哦，不，尤其这个上次我有说过啦，哦，你说哦，假如你要害一个人呢，啊，就叫他去当住持，哦，我们在。可是这个是一种反一种开也算是一种开玩笑的话，但是也在提醒着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很多这个什么学啊，在佛法里面的学养不够的时候，有时候一下做很多的事，恐怕这个旁边讲没有人过来人指导，有时候会什么做错很多事情，你的抉择会做错很多事情，哦，是这样子的情况，哦，所以当然只要他是今天他已经有。哦，戒定慧三学的学养够了，那他出来就应该为公为众来服务了。那不然这个佛法的这个什么，佛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命脉谁来传呢、啊？假如都是这样子，大家都啊，哎，师父讲的说要害一个人就什么，就请他来做住持，那是言下之意是什么？我们大家都不要去做住持。哦，那假如说真的你修行，这个什么，不管是内心调伏烦恼，还有外在的这些行持都很好的时候呢？那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道场，哦，这个有时候就需要啊，哦，这个什么有修有证的人啊来领导这个后学啦，其他的这个什么啊心学才行，哦，是这样子的，哦，啊，不能为了说这个要少欲知足了，那就躲起来啊，那也不恰当，也跟违背这个菩萨戒的精啊一个菩萨行者的精神，哦，所以这边说的若多。重物哦，他这个指的是什么？他的基本的佛法的学养不够啦，但是他的心都在攀缘什么？哦，我要当一个有名的这个住持了啊，哦，所以欲高升者，哦，他出家就是为了当住持，哦，是这样，不是出家是为了什么？了脱生死，对吧？哈，哦，成就佛道，而，哦，不是当住持，哦，
那这个是弱多中午哦，所以这个代表是什么？他这个行者是错用心呐、啊。那假设他是这样的一个错用心，他就必然没有办法，他一直外在攀援这个名声利养呐、啊，他的心就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道上，哦，跟学习上。所以呢，碧罗道网哦，就很容易在，因为当一个执事啊，要做很多事情啊，那这时候为你脚不够，学的不够，那很多做错事情，那尤其道界，哦。啊，这个时候这个说佛教没有钱啊，这个共生的钱很多，那、啊、把它拿来用哦，那啊都没有做白告哦，那这样不行哦，那你假如挪用生款，你要跟大众生说白告，大家都认可，那再挪去哦印经典啊、哦，或者是做这个什么哦，或者是做哦佛务用哦，这样种种是、哦、这样子啊，或者说这个印经注印经典的很多，哎，这时候这个什么这个在盖僧寮不够钱。把注印经典的钱拿来移来做这个什么盖僧寮，可不可以？不行，好、哦、不行，因为那个专款专用不行的，那一移就犯盗戒了，就容易犯上品的盗戒，哈、哦，好上品罪，好、哦，所以呢，碧罗道网中无有出，哦，那就必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有犯到这个什么，就讲犯到自教罪啦，哦，就有这个什么自教罪的过失啦，哦，那当然因果罪啊，就犯到盗戒也有相关的因果罪、业道罪，哦。那你那个什么，你有犯了未来这个什么这个命中以后啦，累世啦，就会什么，也要酬偿这过去犯的这个过失啦，哦，哦这样子，或者中了这个什么，有时候因为我们的心是好胜呐、啊，哦要跟人家争胜呐、啊，所以你那时候在做这些事情，内心就跟贪嗔痴相应，哦我要比他更强，我要比某师的住持更有名，哦那为了最为有名，哦他不依着这个修持，反而是依着什么？都在外在的这样忙、哦、那就有时候都什么有很多过失出现，种下这个什么恶的、哦、乃至盗戒啦、犯戒啦，种种、哦、有漏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哦、业种子，那未来就是什么、哦、要受苦了、哦、所以终无出期、哦、终没有出离这个什么、哦、三界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戏服了、哦、那三界就是跟我们的这不能出离三界，主要是跟我们的贪嗔痴的哦，相应啊，哦，贪嗔有这个贪嗔痴才出不没办法处理三界。那假如我们贪嗔痴调伏乃至什么，看破了，那我们当然就是处理三界啦。哦，处理三界不是从某个地方处理某个地方，而是什么看清这个事啊、这个境界，而不会随着这境界起伏，用这个贪嗔痴去什么啊去跟他相应，而是用的是什么无贪无嗔无痴。哦，你该什么事情来就该怎么做。哦，看事办事，啊、哦、这样子。那何者啊、哦？这个何者就来解释为什么这个什么碧罗道王中无出奇啦？哦，那遇多误中误，那这样平常为公为众人不是很倒霉吗？哦，那这样做执事的做执事的管执事的人，那这样都不要做了哦。那他也把他说出，主要不是说这些为公为众的，用正确心去为公为众这些什么生执事的，他是主要是说这些多众误的人，他内心的心态。有什么样的相貌呢？哦，何者由心怀胜略啦、啊？主要他们这些哈、哦，这个虽然现了这个身宝相，但是他的内心呢、啊，还是跟这个什么有点跟世俗人一样，那种大家争胜的、好胜的那种比较的这种心呐、啊，他内心是怀着这种心，哦，不是怀着为了解脱，为了自己的道业，也为了其他人，希望我自己的道业能成就，也一样哦。把他所学所体会到的也分享给这个什么有缘的众生，也希望他们能离苦得乐哦。他不是怀这样的心，他是怀着是哦他的名声哦他的这个什么利养哦，所以会互相比较哦，就是心怀胜劣哦，就有像以前老和尚有讲的哦，就是什么演三国演义哦，要演在世俗有三国演义啊，那在僧团只要演三国演义那就很糟糕哦，不要，哦，这个能理解意思吗？哈，因为《三国演义》里面讲的就是大家什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是不是这样子？哦，那相同的，哦，有老和尚说啊，我们这个修行者不要演《三国演义》哦，那言下之意就叫我们不要有那样不好的这种心哦，我们都彼此互相，大家虽然是凡夫，但是彼此不要互相的，不能做损人利己之事的，要做什么利己利他的事，这才是正确的。希望他好，我也好，哦，那这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好、哦。那导想未请，主要内心会怀着这种比较心呐、啊，
啊，胜负心呐、啊，主要是什么？他内心的这个我执啊，啊，哦、啊，这个颠倒的想法啊，这个颠倒想就是我执的、啊，哦、啊，哦、啊，那是什么？为情就是什么？就用颠倒我执，像一张墙一样挡住你了、啊，你没办法超越啊。他主要这个我执的、啊，你还没把它破除，为情就还没有倾倒，还没有去除，哦、啊，导致，哦、啊，那我们假如有相应的放下一些我执啊。那必定遇到这个遇境逢源那个真正心起来的时候，至少我们会再把心拉回来，好、哦，别随着跟他跑，好、哦、这样子。那不然假是如此啊，那这样子是白白的，只是结了重个原因来出家，很可惜，哎，而乃至我们学佛的在家居士也亦复如是啦。我们今天来有因缘，大家推崇你来这个团体来服务啦，那我们也要常常去。啊，去反思，嘿，在忙之余，我们的心有没有抓对的？哦，这很重要。哦，那也常常说，我们都讲的，以前也常常讲三轮体空啊。这时候我们常常去把这个法义拿起来用，那这样你才会在花你多布施你的劳力跟时间出来以后，你才有办法让你的道业不断增上。哦，不然假用这边所说的心怀圣念啦。那我们内在的这个颠倒的我执啊，也还不放掉啦，然后久而久之就跟虽然是现这个在家居士相啊，可是慢慢的心就跟世俗人一样就糟糕了。好、哦，那我们身宝也是亦复如是的，哦，大家也要有留意常常在做事的时候的一个心态。哦，那这个是讲到凡夫啦，那出果无学方可淫事，哦，那这个什么？啊，这个多重物，这个为公为众这些什么啊，来为大众中服劳役的，哦、啊，来看办事的这些人呐、啊，执事的，哦、啊，这边说出一个什么，出果无学方可淫事。他其实佛陀在律藏里面的标准就是说，你一个僧执事必须要至少，哦、啊，有什么人来做是最妥当的，就是有出果圣人，哦、啊，乃至这个什么四果阿罗汉，哦、啊，当然那个律藏里面踏婆罗摩指这样子，他就是一个什么四果阿罗汉。听说他的手指在晚生有这个什么比丘啦来挂单，结果不说灯不明显嘛，啊，他远处指那边有一个空房子，他手会放光，一指啊，好像这个远那个探照灯一指，他、啊、就知道哪一个放。哦，那踏婆罗摩指这个阿罗汉，哦，他听说因地也修行，说他正圣果以后，他就跟其他都。一般我们认为说阿罗汉都少欲，那个什么，少事少业少烦恼这样的一个观念不同。哎，他证圣果以后，他就发那个心，想为他为公为众哦，一个阿罗汉，哎，那真的不容易，哦，那这种，哦，所谓的这个什么四果的这个阿罗汉啊，方可淫事，他因为他跟这些圣人啊，至少他的内心都跟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性相应呐、啊，哦，至少他内在的这个什么。啊，所谓的见识二惑哦，都尤其四果阿罗汉，他的见识二惑都断尽了，哦，那代表是什么？他这样，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什么？反而就随着顺着因缘，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不会加入他的这个什么，他内自己的那个贪嗔痴啦。哦，那出果也是一样呢，哦，出果是断了这个什么，见惑哦，至少是断了见惑哦，断了见惑，还有极品这个什么失惑啦，嘿。哦，详细的这个我们啊、哦，这个词典里面也有哦，他断了这个惑，哦，所以他不会再跟什么哦这个烦恼相应啦、啊，哦，那这样的来做这个什么僧执事，哦比较妥当哦，他就不会有违背因果的情况了，哦，那另外的，假如没有这个在末法面的这个，那就是要懂得戒律的，至少戒律的开车吃饭懂，他来做才不会有哦大的过失哦，不然真的都你戒律都不懂。那真的去做，真的是我们说坦白，越做糟糕，本来是要越做两个肩膀要越轻的哈、哦，为什么烦恼越轻呢、啊？就是代表没有挂碍了。可是越做越多了，因为他不懂，做错事情了，他最后那个什么啊，累积的压力啊、哦，我们讲那个未来种的这个恶因啊越多了，哦，所以真的出家，真的在佛陀，你看佛陀老人家说，出家一定要什么，先专精戒律这个五年。哦、要花一些时间把它弄清楚、哦、所以在座诸位也专精了四年、哦、在律学班嗯很好哦，再来就是那你们这样学习大概会有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平常在处事的时候，尤其在这个佛门里面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就懂得进退啦、哦、懂得进退，至少做的时候有疑问，我们至少会先
问一下或查一下啊，再来做，哦，不会糊里糊涂的做，嘿。好，我们再往下看，有心怀道者，细读复试，深知啊，深思乃知啊，深思乃知，就是说这个是什么？这个讲到这个是宣祖说啊，假如后我们这个他这个写书写完，有看到的人或者有读到的人啊，他内心是怀着圣道，想要为了解脱来修行的，哦，有心怀道者，哦，就代表想要出离三界这些真的在道上用功的人，哦，那细读复试，哦，细读就是第一个你要先好好去阅读这个什么律藏啊，哦，律藏或者读先把戒律先弄清楚，哦，先弄清楚，哦，细读复试，哦，细读的就是说我刚才讲了，出出家先学五年先学律，哦。先把律啊这个支教先弄清楚，那知道的开车吃饭弄清楚，那平常日常生活要做些什么也知道，哦，这个结膜也都清楚，哦，好，那再来遇境逢眼就是复试啦，哦，那你遇到这个事项上该怎么做的时候，哎哦，你就把你学习的哦什么事是可以做，哦，那哎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犯到这个道戒的，哦，具有缘成犯，哦，你就知道，哦，去思维去检教这个缘当中的缘，哦哦，我可能这样会有过失，那我要留意，哦，犯到小的过失我就忏，好，哦，那没有哦，信哪是没有哦，知道我们透过这样来做的时候，哦，就像说，哎，我要哪的时候，哎，我想一下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你思考一下，哎，这个这样的情况是不对的，那你就不会错用心去做，哦，是这样的情况，哦，所以呢，细读复试，哦，就是第一个要先把这个律教啦，这个什么戒律啊，好好先学，就细读代表要好好先学读。哦，先好好的学习啦，哦，那融会贯通，好，哦，那再来再复试啊，因为日常生活你不可能永远24小时在学这个，这个什么学习这个律藏不可能，所以你学一点，然后平常在日常生活上遇境逢缘的时候，你就会用什么，这个教啊律教哦，所谓自教来什么来照镜，到底要在该怎么来做哦，那深思乃知哦，深思乃知哦，所以呢。这个遇到境界的时候，你就会用这样的哦。遇到这个境界，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关照我们这些内心。至少说，哦，我譬如说我真的，哎，我突然间遇到事情了，那要上进房，就出了大殿，结果没有拖鞋，那怎么办呢？啊，旁边有一双拖鞋，先暂时借用一下。哦，这时候借用，哦，那这就不算偷啦。哦，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到这些相关的，哦，类似这样子，哦。那我们用了别人的东西，至少用了，哎，有一些紧急，但是我们内心存的是不想要去什么去偷人家东西。我们用的时候再跟他讲一声，哦，因为刚开始当下紧急，哦，这些也要知道怎么样来，啊，来善用这念心呐，啊，哦，好，所以呢，深思乃知的时候，就是遇境逢缘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什么，啊，把你学习的这个什么，这个律藏，哦，这个支教戒，哦，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谈到的这个戒律呢，你就可以拿来用，哦，来关照我们这念心，哦，那不会去违反到这个什么戒律呢，哦，那再来有恐不屑者未返，哦，这讲到这边就是说道宣律祖说了，怕讲到这边还有一些不孝的，这个孝，哦，不孝就是说，可能这些人就是内心就存着好事的人呐，啊。哦，不屑的人，哦，他这些人认为，那你写这个书啊，还太形式抄，还太烦，哦，还写得太烦，这么多，哦，我们也看不懂，哦，他写这么多，可不可以更简略一点？他认为说，宣祖写的已经很多，还很多了，其实律藏更多。大家去看啊，大正藏的有关于律藏的就三本，哦，三本，哎，哦，那很多，哦，除了四分律以外，还有五分律，还有其他的。哦，我们汉地的有相关的戒律的律藏的，都把它弄就三本大正藏，哎，那真的要看好久，嗯，哦，那这个道宣律祖啊，哦，他慈悲心呢，啊，哦，他把这个这么繁杂的这个律藏啊，他把它提纲挈领，他把它写成行事抄。可是还有人呢，还有人这个没有上课的人，还会觉得很繁琐，哦，然后愚，哦，愚就是道宣律祖了，啊，愚心时未严禁。就是说，道宣律祖其实他实际上在写这个行事抄，他也是考虑到他要怎么下笔、怎么写，才能利益到这个什么，这个行者啦、修行者啦，哦，所以他怕写多了，大家看了越看抓不到重点，很然后又太繁琐，大家看不下去。那写少了，哦，又他怕什么？
怕没办法表达把这个什么佛陀的本怀的一个智的这个什么智这个律智戒法的一个用意表达出来，哦，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于哦，就这个道宣律主啦，指的道宣律主，他的心啊，他的内心呢，说坦白是行事上虽然是写完，但是他其实那内心呢，还有很多话还没讲完，心识未言尽呐。其实他内心还有很多想写的，啊，可是已经什么太多了。由于这个道界已经写很多了，哦，占很多了，哦，好，约略如前，故且这个叫消，哦，消，消也，哦，可不可以读削啊？消，哦，我们大家再查一下，消也，故且消就消掉，哦，就把一些繁琐的部分呢，就把它删除掉。哦，本来他写一写，最后他还剪掉，要把一些繁琐的，再把它形式到，再把它，啊，这个什么，他认为哦可以重复不必要，他就再把它删掉了，哦，不然到时候他们看的人呢，啊，哦，越看越多，哦，他不知道重点，哦，这个是，啊，道宣律主，其实他写完以后，其实他想写的话还很多了，他代表这个意思，也有一种背后的意思说，你看完形式抄以后，你想更加了解、更详细的了解，你就要去看什么律藏，啊，是这样。它有点像写行事的，有点像抛砖引玉一样，啊，让行者看到哦，原来律藏啊戒律是如此。他大概知道以后，他平常就有日常生活的这个什么持守就有准则了。那他想更细的了解，他就去什么看律藏啊，是这样子。哦，他因为这毕竟这个行事抄针对的是他的对象就是出家人。哦，那这个是民国的弘一大师，他老人家慈悲，把一些这个在家居士可以了解的这个什么这个戒律的部分呢，他也把它提出来，让在家居士也去了解。为什么？因为出家众是从哪边来？从在家居士优婆塞优婆夷来啊，哦，所以啊，在家居士也能先了解，以后未来他出家的动机就会比较正确，哦，是这样子，哦，就是说这个。啊，出家的这个僧团的人也是来自于社会，啊，这些在家居士。那在家居士有缘提前了解了，在家被人认识了，为后他发心出家，是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弘一大师写这本《在家被人》的用意。啊，所以他在我们的别行篇最后那个不是有一个出家宗旨吗？啊，就是这样子，针对这个发心想出家的在家居士，可是就是说他没有。找不到人问，他也不知道重点，哦，那原来他写的这本书，他把它提出来，哦，原来出家人也是要保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出家，哦，有人说啊，出家我出家看到某个师父很有名，这个师父说讲经很好，然后师父太忙了，我希望做旁边的侍者来帮忙他，可不可以？这样出家动力打叉叉，不可以，哦，不可以。那到时候这个师父走了，他怎么办？修不下去了，哦。啊，或者是说，哦，这个道场特别住的特别舒适啊，这个道场我住的是贫民窟啊，我来道场住这个高级住宅，那这样好不好？也是不正确的出家心态，哦，所以这个有很多心态要出家的心态要摆对，哦，那摆正确啦，那你来出家才不会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浪费你这样好好的发心啦，哎。因为毕竟祖师大德会劝勉我们啊，行者说，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先给什么，跟众生先借的啊，这边要好好修行呐，哦，那到时候啦也要做牛做马还呐，哦，他这个在祖师大德有时候会这样的比较语重心长的啊劝勉说，要我们好好的能什么去留意啦，这念心啊不要放逸啊，是这样子。好。啊，不然在家居士也省吃俭用的来护持这个三宝了，哦，那再讲这个三宝家他没有去好好去体察这个部分，哦，把自己的心思放，哦，这个放纵了，哦，那就过失很多了，那枉费心思就有过失出来。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哦，知此是云啊，知此是云哦，这段节是蛮长啊，哦，这个接着行事抄讲完啊，林智律师就接着解释了初。哦，事前略意哈，事就只是前文，前文就是行事抄，哦，就是南道界相引哈，它的略意说明为什么要这个道界啦，哦，它就有省略一些掉了，它的大意啦，哦，大意哈，哦，是这样子，哦，它行事抄省略的原因，它把它的用意讲出来，哦，因为刚才讲的啊，就有不屑者，又怕太烦啦，
又学全实上形式操还写的太多，不好读，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灵芝宣主再把一些比较繁琐的重复的再把它删掉，好，那忧下就是忧这个什么，忧心念道者，二名这个什么，名人有五顺尾，什么是顺尾？顺啊，就是修行的顺，修行的过程有修行，也有顺，也有尾。顺就是什么？它也就是顺着佛的这个自教界来做啦，也是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文中有讲到的，就是省事知足之人呐、啊。这些修行者，他叫做顺，因为佛陀该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的，这个顺佛语，那也是少欲知足的。那这个什么？为呢？为就是指的这个什么？多事尽求，前文有讲到这个什么？若多众物，欲告生者，这就属于这个为，因为他这样做了，想做很多事情啊，让自己的名声更大。那这样他在做的时候，有可能啊，就会违反到很多这个戒律啦。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名人有尾顺，这个人指的这个行者啦。不管出家人、在家人，亦复如是。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啦。那出这个二这个忧心者就分成这个两行哦，出名知足之人俱犯退场，就是他比较在什么在道业上用功的，那他因为刚刚出家，那一下子要他去做很多的这个执事，他又不懂，很怕会什么违犯戒律，那所以他惧怕犯到戒啦，所以他退场，那那个退场不是躲起来了哈。他是什么？他是说，师父叫我做这个，师父慈悲哈。那我因为刚出家，很多事不懂。那我先，除非说今天这个师父有旁边在你那边带你，那假如叫你独立去做，我们没办法，因为我还没有学好，很多戒律都不懂，然后叫去做，有时候会就依着我们世俗的想法去做，说不定会违反他的戒律。那今天旁边是有这个过来人带着你做，那当然没问题啦。那你是有点像这个助手一样，这样子。那假如要独立做一件事情，这个这样就把这件事情交代给你了，让你全权负责了。那这样你戒律又不懂，那就这个什么少欲知足人说，那他就会先什么，怕认为会他就恐怕会犯到怕害怕犯到戒了，所以他到退场啊。这个退场是什么？他退到说先把这个什么戒律好好学好，先把本分做好，学懂开车吃饭懂了，那我再进而再来什么？再来为公为众，他的意思是这样，不是把他退场，不是说躲起来，师父找你做办事，你就躲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学习，这个小孩子还不会走路，你叫他用跑不可能，那应该要好好让他学习，透过学习，他可以了以后，然后再让他由来他来承担呢、啊，是这个意思，那言忧心者，心之可畏，忧心者心之可畏，难可禁制。它说明这个我们修行者任何的一个行者的一个内心呢、啊，这个心呢、啊，心之可畏啊，因为他心呢、啊，就像那个是不是42章经还是什么，奴役不可信，得阿罗汉以方可信奴役，他这个说明说，我们内心凡夫假如是还没有断见之二惑啊，我们这个内心呢、啊，都还跟烦恼相应呢、啊，那这样子，但有时候心呢、啊，我们都会什么？有时候我们都会欺骗自己，会伪装，那说心之可畏，有时候就是什么，那明知是错的，那我们会什么？我可能不是错的，会催眠自己，然后乃至会就犯到戒啦，他都讲那个心我们没办法掌握，凡夫啊，没办法掌握的意思，难可禁制啦。有时候这个什么习气来的，那个习气那股能量来的，有时候就什么，谁也控制不住。就会爆发，那怎么为众成业，殃及累世，是可忧故，假如那个什么，我们这个习气一来呢，然后这个师父也劝没办法劝勉你，你的师长也剃度恩师讲你也不听，你就爆发起来了，那放纵你的这个什么习气的，这边讲为只是稍微放纵以后，也会种下这个什么犯到，因为犯戒了就有这个业种子，犯戒罪了。那你假设杀盗淫妄啦，那也有这个业道罪啦，就会种下这个，这个犯戒的恶因啦，其实恶因就是跟贪嗔痴相应的这个什么种子的恶因的种子，那自然而然啦，你这个恶种子你没有去调伏啦，没有去忏悔折伏它呢，未来啦，
这个什么，你这一次接触了，可能累世了，你会受了这样的习气的，你可能都会堕落到三恶道去轮回了，是殃及累世，乃至为人，譬如说你犯盗戒了，你好不容易从这个地狱受完以后，到恶鬼，恶鬼又受完以后，畜生又受完以后，来到人世了。那因为过去偷盗了业，你来到人间的时候，虽然为人道的众生，但是你会堕落到什么样的情况？贫穷的情况，可能求死不得啦，就有点像，譬如像，那非洲有的一些国家，他们是，一些人呢、啊，真的是饿得像什么，那个什么皮包骨一样，那没得吃，可能是这样，可能过去是有犯了这个什么盗戒啦，所以他的。来到人世间，他的这个衣食啊都没有办法很充足，所以殃及累世，都筹集过去所种下的这个业因，是可忧故，所以这样是很让人家担忧的啦，所以呢，这个言忧心者，忧心是忧心这个，忧心什么？我们的这个什么心啊，种下这个恶因的种子啊，我们习气的种子，跟贪嗔痴相应的这些种子，这个所以这宣主指的资主指出，道宣律主说，他这忧心念道只是忧这个，怕他因为什么，刚出家啦，本来要少欲知足，先把戒律学好，结果他一下，他为了是往外攀援这个名声，攀援利养啊，攀援种种了，那这样子就造了很多过失啦，种下很多这个恶种子在，那未来这期出家人的生命结束了，那可能要哪个恶种子先现行，就酬偿过去的这个什么业报了。那念道者，目出离，目出离，这个念道就是念这个圣道啦，出离之道啦，那乃至说念我们如何找到我们这些，本心的本来面目啦，那目出离，出离，我们初学语言都认为出离是要离开痛，离开一个地方很苦的地方，到一个，一个什么没有痛苦的地方，其实那个离就是离我们那个执着啦。会让我们痛苦，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执取。真的，有时候我们去反观日常中有处境的时候，我们比较在意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境界啦。那突然违逆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执着执取一起来说，那个真的是，我们修行人会觉得那个什么那种执取会很伤，会很不舒服。可是我们的习气有时候来了就来爆发，但是我们懂的话，我们还会觉察说那种执取会造成我们的身心失去平衡，会不舒服。那我们懂了，因为这种不舒服以后，我们会什么？有这样的受用，我们要离苦嘛，离苦得乐，让这种不好的感受放下的时候，那我们懂得去调整自己。那一般世俗人就会顺着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一种感觉啦，不好的感觉，他有时候也没办法调伏，可能会影响好久。所以也有人讲说这个什么，所以常常这个有。比较爱憎分明的人啊，其实有常常那个直取多的人啊，有时候啊，这个四大很容易啊不调，我有容易有一些什么四大不调的情况发生了、所以这个念道者目出离，出离三界的、出离，主要出离三界的出离我们内心的烦恼，欲尽逢迎，我们懂得用圣道的这个什么佛陀讲的法要来调伏我们内心的这个什么种种这个烦恼的病呐、啊，目出离，好，那这个缘尽举者为。交所敬也，为交所敬也，就是什么？这是佛陀在四教界里面教的，这个，教的应该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这个叫，比如说是杀盗淫妄是不可以做的，那个所敬的地方，所以既然是不可以做了，那规范你哪些是可以做，所以你的所缘尽就是比较举，那就是代表说修心的，这个他的心活动，你不要超出那个什么这个范围，你超出的范围可能会违反到。这个戒律的乃至跟你的贪嗔痴相应，那这未来你要处理了，就有障碍了。落下落这是个落多重物落多重物这个下，落下就是名多事多去多事求尽为道所限就是好像意思说你这个什么好事之人呐、好事人不明白他没有好好的充实自己的，那结果又什么喜欢攀东攀西的。那喜欢认为说那种什么半瓶水响叮当，那自己也没有好好把它学好，结果呢到处做了，可以说做很多事都做错了，乃至会比如说他当一个执事，那结果他的决策错误了，把生款用到
这个什么佛款去，或者把佛款用到僧款去，哦，这样子，他认为说，哎，这都是三宝的钱啊，都可以用，其实他用错了，那为道所限，哦，他都掉到这个什么道界的这个陷阱里面，哦，陷呐，哦，的代表是什么？他就是落到这个什么，就犯到这个道界的意思，哦。那多重物者，哦，这边知主说出，或好为人师，或乐淫是福也，哦，哦，这个好为人师，哦，就是出家以后就想续，想教很多弟子，续很多弟子，哦，那赞叹你说你这个师父，哦，修行续了很多，教了很多弟子，啊，弟子满天下，哦，有人真的假就。你说世俗的这个世俗的老师啊，或者学者，你说他慕求这个还情有可原，可是假如说行者你又这样子就很糟糕。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什么行者很好，是人家来什么这些有心出离者知道这位修行者，就譬如说像啊，比如广清和尚啦，啊，像印光大师啦，啊，像这个什么慈州大师啦，啊，像这个虚云大师啦，哦，那你看这些有修有证的人，所以就很多这个什么行者会想去依止，乃至跟他什么，做他的徒弟啊，也想希望师父来指导哦修行哦这样子。那这边号为人师是啥？他的动机啦，就是一个行者，他出了家以后呢，他的动机不是为了解脱生死，他希望是什么？他成为是什么？这个教界最有名的这个什么这个长老，然后教很多有很多徒弟啊，号为人师，就是喜欢去教别人就对了。哦，他希望去教很多学生，教很多徒弟。哦，那好，或者这个乐淫是福也。哦，乐淫是福，就是他出了家以后就想马上就来办事的。哦，之前我也有碰到有一些哦好心来出家的，哦这些近人，他们啊沙弥啊，他们说，哎，我出家，我希望我学一下，几年以后马上来为某法师办事的。我说你在世俗，你可能当老板或者当一个 CEO 或当人家办事的人很强，可是你今天出家不是为了这档事来的，哦，你假如这样你就当一个近人在啊，当一个在家居士，优婆塞在法师旁边帮忙就好，空想哎闲暇时间去帮忙他，那你今天出家不是出家的本分就是什么？哦，你要在这个什么戒定慧三学上好好的用功调伏我们自己的烦恼，那你用得上的时候，你把这个经验呢，啊？啊，告知有缘的这个什么啊，在这个什么众生啊，让他们也能离苦得乐，这才是出家人的本分啊。那另外出家人本分还有什么啊？续佛慧命，哦，因为佛宝跟法宝已经是什么啊？他们不会自弘，非得由僧宝来弘啊，所以出家人也有这个责任啊。所以你应该要从这边来下功夫，哦，不是说去专为办事的，哦，那因缘到该怎么办？哦，自然会慢慢就慢慢学就好啊。你出家就为了办事，这也很可惜，哦，很可惜，哦，这样出家动机也不对，好，哦，好，哦，就乐淫是福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什么，这个修福，这个福慧两足尊，哦，佛陀也是如此的，修福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修福的时候，就是什么，在修之前也要有正确的观念。那我们佛法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波罗蜜的智慧啦。哦，所以你在修行知道有三轮体共的智慧在赢这个四福才不会有过失的，哦，不会有过失，哎，那不然呢，啊？你赢久了会说，哎，他办的活动比我大，啊，下次我这个同参道友，下次我要办比你大，哦，那每个人就来比谁的法会办的比较大，那就错了啦，要来参加的信徒呢谁比较多，哦，那这个也不对，要打叉叉，哎，所以你办的时候随缘能力就办，哦，那有因缘，哦，有法师起来，我们就是什么？啊，能参与啊，有人需要我们去主办，我们帮忙去办。那没有，我们是什么也随喜，或者是从旁协助。哦，但是我们心有没有常常怀念的？有没有跟这个什么解脱道相应呢，啊？哦，我们有没有因为办这件事情啊，心系缚在上面？哦，我所谓的系缚上面就执取啦，哦，执取或者名声呐，或者执取，有时候在办事过程当中，大家彼此会争论呐，哦，没有办法放得下啦，这些都是要我们去观察的。哦，那这样你修这个福才，这个福才会什么，才会清净呐，啊？到时候享福的时候才不会有这些，这个什么缺漏了，哦。再来啊，欲高升者啊，名位过人啊，就是说刚才讲的，啊，想要世俗人是有这个升迁的制度啦，出家人没有这个升迁的制度啦，哈，哦，哦，那个职务有时候这个讲都是一种哦，譬如说讲。啊，他出家以后的一个比丘，然后一直啊，十年以后当然就可以教弟子啦。
哦，假如你有十年里面过程有专精戒律，那懂得戒定慧都懂，哦，佛陀允许十年以后，哦，你就可以当和尚了，可以续弟子。然后再来呢，哦，到年纪可能20年、30年的长老，然后最后祈祷了，哦，这个是因为哦他在戒那高，然后在教内啊，我们用这个什么来尊重这个什么他的修持啊。那但是哦，他这不是位阶啦，哦，真正的位阶是什么？我们讲的就是你内心烦恼断除多少，那才是我们真正要在修行者要在乎的地方，哦，要在乎的地方。哦，他说欲高升者，啊，名位过人，啊，就是世俗的这种名位，啊，那我们只要，就向上来讲，在古时候这个也有所谓的什么四大执事啦，啊，住持啦，当家啦，啊，那乃是有时候这皇帝里面还有所谓办的一个升同啦，哦，所以他国家那里面升出家众的这个什么，啊，最高的一个什么一个负责人呐，哦，他出家人，啊，出了家以后，他把心思放在这个地方。哦，那也不对，好、哦，那罗道王者哦，就结业成也哦，就是种下这个什么道业啦啊，道界的这个什么这个种子恶种子在，这是犯戒的意思，哦，当然犯了以后，自教戒我们当身就可以忏了、啊，随时可以忏了、啊，也马上忏除的。那个什么业道罪，我们可能透过什么，因为有如是因就有如是果，那我们可以透过折服然后拜忏。啊，求忏悔的这样方式，慢慢把那个习气、道界的习气啊折损掉。但是未来还是会，因为如是因有这个种这个恶种子在，未来就会招感，只因缘时节到了以后就会成熟了。哦，那无有出者，苦报无穷也。哦，这个知足解释，哦，代表他受苦的时候，因为他都没有去调整他的内心呐，哦，贪嗔痴，所以他苦报无穷。那有心调整的人呢？对吧？虽然忤逆重罪，在我们讲的弥陀无量寿经也说的忤逆重罪，假如刚刚过去善根有善知识引导啊，他跟阿弥陀佛的这个什么本愿相应，他也跟蒙佛接引嘛，哦，所以这个也可以了。所以他这个无形无有出者苦报无穷，就是他连那种恶因他都不没有去好好的检视啦，哦，让这个习气放纵啦，哦，那才有苦报无穷无有出者的这种情况发生。那何下？这个何者？为什么会何者？就解释哈、哦，这个下面是说明增是其意，为什么是什么？毗罗道王终无出己的，他的意思的增是其意，就透过一个问呢、啊，来说明这个什么毗罗道王，就是好众物者哦啊，欲求高升者，他会容易犯到道戒的原因。好、哦，增是其意，如前大吉所减人也。如前大吉所显人也。好，这边看一下。这个大吉经呐、啊，他这边如前大啊，增是这增问为什么会堕落的原因啊？如前就前面我们可能有讲过大吉经，有说。谴责这个执事人啊、哦，就是刚才讲前面有讲到这段文哈、哦，这个出国无学方可营事啦，哦，那大执经里面有提到谴责做执事人的资格，就是要出国到什么四果阿罗汉啊、哦，这样来做执事才没有过患呐、啊，哦，因为他们这个圣人呐、啊，圣贤圣啊叫圣僧呐、啊，哦，圣僧在做啊，这样做才不会有违不容易违犯到哎不会违犯到因果，哦。那假如一般凡夫哦，就是要通知这个戒律的人啊，有惭有愧、明因果的人来做，哦，来做才不会有大的过失，哦，是这样子，哦，这个执事人哦，所以像这边说如前大吉所减人呢，就是检视这个执事人哦，执事人，因为执事人是他要为公为众的服务嘛，哦，啊这边提到了多众物者，那这多众物是他的内心是好这些办事，可是他心不在道上啊。僧团一个僧团，毕竟还是要有办事的人，所以这办事的人要检责，要怎么检责？就是如大吉经所检的人，哦，最初的标准就还是以出国跟四国，出国到四国圣人，这个什么这个僧啊贤贤圣僧来办事，那假没有都没有这个这个圣僧在啦，哦，出国来就四国的圣人在，这时候呢就找这个凡夫僧来做，那凡夫僧的人就要懂得这个什么戒律的，哦，明因果的。啊、哦，来做，哦，他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哦，那有下，
有心怀道者，哦，这个细读复释，哦，有下，哦，这是三劝修，哦，出具招后人也，啊，哦，出具招后人，这个后人指的就是什么？有心怀道者，后人出具，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什么？前面讲的这个什么？他心思放在出离道的这些什么，这个什么，真的为想要解脱生死的这些有心修道者，哦，他指的这些后人，后人或者是什么宣祖，他写完这本书以后，后人所看到，那他的心怀道，怀这个什么，怀这个出离之道的，哦，这些有心之人，哦，指的这些人，哦，那细读者，细读就是劝，哦，劝寻教诲，教就是指那个什么支教了，因为这边在讲的是什么道戒嘛。哦，那细读就是哈，你透过这个行事抄以后，他知道大纲以后，他想更深入了解，哦，那就是什么细读，哦，劝寻教也，哦，这个教指的就自教，哦，我们讲律藏，哦，那复释就是什么以教造进也，哦，这是意思很容易了解，就是什么我们透过这个律藏里面所佛陀所开示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后。那来遇境逢缘照境，就是进这个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什么佛陀讲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用这样的一个这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法来照这个什么境界。那我们就谴责非法的事情，我们就要避免。那个该做的，我们就要做。哦，所以以教照境，哦，眼前啊，哦，六根出境，因为我们毕竟这个日常生活都会遇到很多事情该做的，那我们就依着佛陀的教导来做，那就没有问题。哦，所以以教照境。哦，这个你看古时候的这个字啊，很什么复释啊，复释讲没有解释，还真的看不懂。哦，这个细读复释，哦，复释，哦，是细读之后把这些所了解的道理附在这个什么所遇到的事情上。哦，那个，哦，细读复释，我把它讲完再下这段讲完再下课。深思者以静观心，哦，深思者就代表说什么？哦，这个遇境逢缘的时候。哦，我们当然以教照镜，哦，什么做可以不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哦，那个大纲。再来是深思这个境界，哦，透过境界，我说，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心有时候会跟习气相应啊，哦，那有时候勉强来做，哦，那个习气有时候会比这个什么正念强，哦，所以深思，所以要好好的思考，正确要去做的事情，哦，有时候不能啊，就是只是依着这个教条去做，还要留意我们内心啊这个习气有没有观察到。哦，所以以静观心，啊，乃知的自审心行，就是我们这念，啊，心行指的就我们这个讲行运啊，思心所了哈，就是说我们在遇境逢缘的时候，我们所思所行的，就是所思的时候就是什么依的佛的圣言量，啊，刚才讲的前面的这个细读，哦，细读的部分就是，去批寻这个律藏里面该做什么不该做，那还有佛。是这个教的一个什么本来的一个初心呢，啊？哦，它的用它的本意在哪边？哦，我们也要去思考，要对治我们的习气。哦，不单单只有为做而做，而有人这个什么外向上也做得很好，可是他内心就是什么，还是跟贪嗔痴相应。哦，所以佛陀治这个你不道戒，哎，我虽然做到了，是这样做，可是佛陀约着说你内心有没有治调伏到这个你这个什么啊这个习气道戒的习气？哦，是这样子。道心的习气，哦，那自省心行，那由下就是这个最后啦，就是有恐不屑者未凡啦，哦，不孝者，哦，那由下就是遮后望畏啦，哦，佛已经说知主说，道宣律主已经说他已经有三烦啦，哦，把烦的把怕别人还觉得烦，他就把比较繁琐的地方都删掉了，哦，那就是已经删除掉了，那就叫遮止后面的人不能说啊，你这个行事他还这么烦，哦，还这么多，哦，就遮后望畏啦，哦，以章略义彰显他已经在写这个行事抄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律藏有关于这个道戒律的部分的一个大纲啊，重点都把它提出来了，哦，已经非常精要了，哦，因为读大概大纲都可以掌握，不能说还这样还烦，那糟糕了，那不然就都不用读了，哦，那就糟糕了，哦。哦，所以遮后望畏啦，说遮止后学的人认为说你这个行事抄还写得太烦，哦，是这样子。好，我们先到这边先下课休息。好，请大家打开课本。哎，好。
195页啊，195页。哦，刚我们把这个第三支节式的这个四叉的纹，还有支持剂啊，简单的消释过了，解释过。接着我们看的这个195页的这个介疏云呐、啊，哦，那我直接消释好了，哦，啊，因为剩下这一堂课了哈。哦，这边说到，借本书啊，道捐立主的啊，行事钞跟借本书啊，行事钞大概道捐立主三十几岁时候做的，那借本书是大概五十几岁时候做的，哦，所以这个借本书都比较晚年的时候做。只借人多遣犯，不畏重罪，但是出金。他说这条道戒啦，很多人呐、啊。啊，就是说修行人啊，乃至世俗人也亦复如是的。世俗人他也没学戒，但是他都还有这些习气啊，这个容日常生活都容易犯看到，但是容易违犯到啊。但是这个修行者啦，啊，这个因为他是受了戒，本来就要护这个戒啦。但人多浅慢，浅就是什么，不清楚啦，啊，就浅好像潜藏在啊，然后潜龙勿用，潜在水里面啊，大家看不到啊，潜水艇啊，在水下你看不清楚。哦，那不知不觉就什么，哦，就犯道犯戒了，连犯戒到犯道都不知道，哦，就浅犯，哦，就会犯，但是你不清不楚的情况就犯道了，哦，不知不觉的犯了，因为不清楚戒相，你才会这样子嘛，哦，而且犯的时候不畏啊，不畏就不以为啦，这样是重犯到那个什么重罪，重罪的上品罪，道戒的上品罪，哦，就是说，哎。我好心把这个，哎，这个佛像，不是我好心这个什么，这个佛像没有塑佛像没有钱呐、啊，哦，那我把这个常住款拿来塑佛像啊，哦，那他自己就挪用了、啊，那我好心，这都是三宝的钱，怎么犯啊？佛陀规定就不可以这样，哦，佛陀说这样就是三宝互用，就犯道了，哦，你要用可以，僧物要用可以，要白告大众，哦，你不可以私下就随着就用了、啊，哦。啊，说人多浅犯啊，不畏重罪，但是出境就是什么，心太粗啦，哦，他没有去好好学习呢，哦，遇见风雨的时候就是，哦，就是说，就是依着哦以前的观念呢、啊、就做了，哦，初心哦，没有了解这个心的相貌，有时候我们心都会跟烦恼相应呐、啊，哦，在做决定的时候也会如此，哦，也会如此，哦，这个粗心大意，然后就容易犯到戒了。那戒啊，抄书虽繁，有恐未悟哦，就是抄指的行事抄，书指的戒本书哦，就是这个，因为宣祖做的嘛哦，他觉得哦，可能这个戒本书行事抄可能在编略的时候啦，哦虽繁哦，虽然他这个什么道宣律主他在做的时候已经很简略了，但是。还怕什么世俗人？你看，还有不孝者，为着啊，这个行事道太烦了，我、哦、还觉得很烦，讲那么多哦，哦，很烦，哦，有恐未悟、哦，还怕说哦，这个什么，哦，行者后人呐、啊，哦，这个后学啦、啊，哦，啊，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什么，哦，看了以后呢，没不了解这个什么，体会这个佛陀制的这个道戒的它的一个用意啦，哦，然后呢，就不知不觉，然后就会犯道，哦。然后，可立啊、哦，可立此啊、哦，斟酌犯罪相也，哦，就是可立此可立啊，就是由这个什么行事钞跟戒本书啦，来当成一个什么你的一个类似说，我虽然没有办法看那么多，至少我阅读以后、浏览以后、细读以后，大概他知道他的相貌啦，那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时候，我就可以斟酌来什么？面对我这个处境的时候，在办事的时候怎么样做才不会去犯到戒啦？哦，至少有一个准则可以来做啦，哦，可以比例这个行事抄戒本书，斟酌哦犯到道戒的这相貌啦，会斟酌哎这样会不会犯哦？会犯啊、哦，我不应该做哦，那不会犯我们再去做哦，就会你就会开始会，你因为你有学，你就知道你会去预境的时候，你就会思考啦。哦，所以有关于这个什么戒的部分，在善见律之后说到了，故善见云，啊，戒中哦，就戒有关于这个戒啊，戒行啊，那、这个、我们治的这个五戒八戒，还是，哦、啊，这个，250条戒、具足戒等等，哦、啊，这个戒哦，宜从极护，就有关于断，我们不是说那个有三句境界吗？哦、啊，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嘛，哈、啊，
那属于断热的部分，设律仪器方面就是什么？这个善尽律当中提到，就是要从急护哦，这个要防护，因为这个你只要做了就有过失了、啊。哦，就会犯大的过失，尤其这个杀盗淫妄啊，哦，这四大重罪，哦，所以戒中疑从疾护，啊、哦，此第二戒四项难解，哦，这个第二戒盗戒最多啦，啊、哦，它的四项很难了解，就关于那个离本处，刚刚我们讨论过离本处，哇，相貌啊，用还有那么多相貌，用十句来加以解释那个相貌，哦。哦，不得不取，哦，不得不取税解释的，哦，这个哦，这个宣主就说到了，不得已的，所以必须啊，把这个盗戒啊，比较把什么，就好像一整一个机器啊，你必须把它拆解以后，那这样里面的细项啊，哦，你来教授别人看就能看得懂，哦，所以你不假不细说啦，啊，把它取解取税啦，就把它打碎啦。哦，把它拆解开了，来解释这个相貌，盗戒的相貌，哦，那你可能没办法了解，哦，这个意思，就好比说刚才讲一个机器，你拆开以后，你知道它零件的这个一个搭配是怎么样呢？原理是怎么样呢？你就知道了，哦，那其义理啊，其义理分别汝当善思，哦，就是说在盗戒里面，哦，这个什么，在盗戒里面啊，佛陀支教的本怀的，还有它的用意。哦，那行持操里面跟戒本书里面也有说出它的道理出来，那也很详细的啊，所以叫我们后学的啊，你要去好好的善思量这什么啊，这个道戒里面的为什么要这么样来治啊？那为什么要治我们的？如果对治我们这个偷盗的这个习气的，哦，那所以我们行者啊，你应该善思之的，这个道宣律主啊，鼓励这个看的人呢，啊，哦。论文如此，临事可不免也。哦，这个论文，哦，这个善见论，哦，善见论说到这个说戒中疑从疾护，哦，就是说明，哦，这个断乐的设立戒要很急的来护持它，来护持不要去犯道。哦，那这样子的。哦，论文都就这么说到了。哦，善尽律真的如此说，劝勉我们要好好的急护这个什么，所谓摄律一戒啦，断乐的部分。哈，哦，啊，那临事可不免乎？就是说，我们面对到这个什么，哦，这个我们讲的，哦，学佛弟子有出家在家，哦，面对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还是要依着这个戒律来做啦，有准则来奉依教奉行啦，啊。那你学了以后，你就一个规范，你知道，那处事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违犯的情况发生啦，啊。哦，还那不会发生，不会违反，就是因为我们依的这个戒律哦，所学习来的，好好的来护持它，好，哦，不要违反啊，哦，因为我们都好心在这个什么佛前啊，哦，在佛前面都发立誓啊，要断乐修善度众生，哦，还有是譬如说受五戒哦，受五戒啊，哦，每一条戒有52位善神哦，讲到功德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哦，那护只要违反的时候，哦，就会有过失啊，哦，所以。你看，在受戒的时候，会鼓励大家，鼓励大家每一条戒25啊，这个护法神会护持。那受戒有很多种功德，可是受完以后，我们讲就停留在这边，不是不行的啊。进而你要去了解如何好好的啊守护它，那这样善人才不会离开，那功德才会上不断的增长，哦，啊，所以论文如此，有关于断乐部分，啊，在善经里讲的，我们要从急护，啊，急护用比较急的，啊，比较，啊，我们或者什么。把标准拉高，哦，拉高，就像我们这次疫情一样，哦，把标准拉高，赶快严格的控制，不要让这个疫情扩大，哦，的道理是一样。就像我们这个面对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杀盗淫妄这个戒也是如此，哦，断恶的这个戒啊，哦，这个所谓的摄律戒，哦，我们要从己的方面来护持它，哦，哦，就是说这件事情你要比较看待的比较重，哦，比较重比较急。这是自教界，哦，自教界。那化教的，像比如说化教的这个自教界是要不要从己的角度来护持它？那其他的呢，佛开示的这些经典呢，哦，就可以比较从缓的，哦，这就有常常大家有听过的戒急趁缓，哦，戒急趁缓。对一个初学者就是这样，说刚初学的应该从戒律先好好的学习。那趁就是有关于讲到这个什么，哦，这个其他经论的，哦，这个般若的部分的。哦，那可以缓一点，但是戒律的时候，你受了戒，当出家人啊，或者是五戒弟子啊，你平常都要的行持，你只要没有好好学习，你就不懂，所以每天都在犯，
哦，有这样情况，所以你学了以后，你就可以去防范，哦，生活做一个准则，就不会违反到戒律了。好、哦，大乘的乘，乘，哎，对，乘，哦，这里有什么？有所谓的戒集乘缓，哦，那还有一个什么？哦，那个什么？乘，乘缓戒集啊，不，那个什么？乘集戒缓，哦，他反正好像是在。这个什么智德大师他有也有这个料简的样子、哦、那假真的是依我们这个什么刚出出家的这个或者说初出佛门的受戒之人应该要什么着重在戒律方面先了解，因为什么戒律日常生活都每天要做得到的、哦、你每天处事都遇到啊，该怎么做，你今天你不受戒你就日常生活你照你，可是今天受了戒哎，什么样是会犯什么不犯、哦、你要清楚你才知道你日常生活该怎么走路啊，出了家以后或者受了佛弟子以后你该怎么走，你假都不学，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五戒弟子，又不是又不依，哦，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哎、好，行事啊、行中事允，出续朔犯所以，哦，哦，这朔朔的违犯呐、啊，就是忍啊，这条戒很容易指什么，不断的犯，不然犯大或犯小，哦，等犯重或犯轻都会，哦，啊，相貌很多。哦、所以、哦、可能一天、啊、就犯了很多、哦、哎呀不知不觉、哦、这样子、哦、那抄下指的是什么篆书劝勉、哦、这个抄书虽反恐、有恐未悟啦、啊、鼓励我们要去什么好好的劝修依着这个什么依着这个行事抄跟戒本书、哦、在大纲你全有一个纲要进而什么劝勉他去细读这律藏呢、哦、那再来顾下啊顾下是说什么啊？引论文啊啊，勉学引什么论？善见论，哦、啊，引善见论来说，哦、啊，这个戒有关戒条部分呢，要从急的角度啦、啊，比较慎重的角度，快速哈、啊，比较急的角度来防护，好像盗贼要来了，你不赶快防护啦，啊，盗贼就入侵你的村子啦，哦、啊，这个意思。那前引论文，哦、啊，论文就善见论，那后二句指文以劝，哦、啊。后二句啊、这是后二句指的一二三四其义理分别汝当三思啊、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什么讲到这个善见论里面提到的这个戒律啊、有道戒的部分，好、哦，那劝勉我们要什么？哦、要这个指出这个文啊，有关于道戒的文，我们要好好的什么？好好来护持，劝勉要好好的去了解，劝护持他哦，因为这个刚才前面讲的，此戒人多浅犯，你不学就不清楚，就容易多违犯呐、啊。哦，所以指出这个善见论的文，哦啊，劝我们要好好的来什么？来护持他啊，其义理分别汝当善思啦。哦，还是最后两句哦，论文如此，应该指的论文如此后二句哦，论文如此，临事不可免乎啦，哦，也在劝勉我们要好好的哦，依着这个什么善君所提示的哦，戒律的部分呢，尤其戒条部分，我们要从急的角度来护持它，哦，那再来支持云哦，引论中出句通事教义哦，出事通这一样在解释啦，哦，解释这个啊。这个支持是云哦，引论文大概解释这个，我来讲词下。支持是云啊，看一下哈。好，支持哦，引论中哦，支持这段是在解释这个善见论呐、啊，哦，引论文善见论当中。出句是什么？通事教义。刚才不是有这个什么借本书哈、哦？他最后讲完以后，他没有顾善见文，他是指的这个行中记也有解释哦，支持记也有解释哦，解释出句通事教义哦，通事教义为什么什么教义？就是自教界当中为什么指出它的用意？为什么戒哦？这个250条戒哦，或者五戒要从急的角度来护持它哦，它的用意。哦，因为你只要受戒有违犯，就会有过失啦，就有犯戒罪啦。哦，他这个指的是这个。哦，通出句，哦，通事教义，哦，
那再来此下啊，此第二戒啊，此第二戒讲的是什么？第二条戒就是道戒哈，别指今戒必须繁文。讲到这个道戒啦，你不能只有一两章就把它讲过，他为什么今天讲那么多梵文？就是他引了很多文出来讲，因为这条戒啊，很复杂，你不好好学习，你就什么不清楚，所以必定要梵文，很详细的加以解释的，所以才会有什么取碎解释者，这个取碎解释，所以必须好好把这条戒拆开来看，这条道戒拆开来看，它里面的相貌是什么，讲清楚，取碎解释，论色三卷故也，论色，这个论就是三卷论，三卷论当中在解释这个道戒，就用了三卷之多来解释它，其义理等者，劝降神也，其义理等者就是其义理分别，汝当善思啊，论论如此，临事不可免乎，这个就是劝勉我们要好好的是什么降神，好好去越什么。知道这个道戒它的一个相貌是很维系的，所以我们读了这个什么戒本书跟行事草以后，进而应该要什么去好好去阅读这个律藏它是针对出家人当时的这个行者劝勉要他要做这么来学习的不能只有学习纲要，学习以后呢，进而应该要细的去从律藏去了解它的开则词范才比较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运作的时候才能免过大的过失发生那小细节的部分，尤其道戒小细节的部分，也不容易违犯到不然你俩不好好去了解了虽然大的不犯，但是小的常犯也有可能这样情况发生。好这简单就是把这个第三节式的部分呢讲过。我们看的第三项不犯这个就是每一条戒都是这样子的最初每一条戒都有三个，我们之前讲过这三个部分，第一个犯禁，第二个犯相，第三个就是什么这个不犯这个我们看的171页这个道戒当中它列出的三项，第一个犯禁，第二个犯相，第三个是不犯所以我们刚才讲完的部分节制是属于犯相的部分节制。接着我们看第三项四超云本玄这边直接把它消失，然后三名不犯中这个四分云余想取即有想，分少想暂取想，亲后异者皆无犯先到这边第三中讲到这个道戒他不犯的这个相貌哪些呢就是开源不犯的开源不犯，在五条具五缘成犯当中可能有缺一条他就不会犯到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上品罪啦在四分律有说到五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什么余想取余想取就是什么，就是你就想这个别人的是要给你的你把它拿走说可能说班长讲说那个桌上那杯茶是要给你的你就知道那杯茶是要给我就拿走了他就这么想但是可能他拿的时候他以为指的，可能他拿错了，拿到别杯的可以不是那一杯，是另外一杯可是他都拿的时候有的别人说他那杯要给他的，他只能拿错了在这种情况他没有道心是不犯的第二个是什么，即有想认为是自己拥有的东西可能这东西很像可能摆的位置又在附近，他错拿了那以为这是自己的东西拥有就拿走了所以这种情况也算不犯，因为他没有道心，他一直从头到尾就想着他自己的东西拿走，结果原来是拿错别人的东西，因为两个东西相近再来分少想分少想就是什么无主物叫分少啦这个我们都讲过无主物拿都是不会犯盗戒啦那譬如人家丢在地上了一大堆垃圾啦，那你去做资源回收没有人在做资源回收，你去做啦东西资源就拿去卖那这种无主物本来要丢的你拿去卖，这些都不会犯盗的那假如人整理好的这些回收物啦你去拿，那可能要留意一下问清楚那暂想取那是暂时的，譬如说刚好举例的啦，你出人有急事的譬如说譬如三急的在用功大殿用功出完殿要上洗手间出门结果没有忘了鞋子放在另外一边急着要上你就先穿别人鞋子去的这种暂取想这个是没不犯的。那第五个是亲后异者亲后异者是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你要拿这个这个东啊、你的同学、你的朋友的东西啊，这个朋友跟你好到非常好了，他这个朋友好到这个程度是什么？你用他的东西，他都会很欢喜的，哦哦，那他你拿他都很高兴啊、哦，这种欢喜。那待下面会解释这个亲厚谊的一个标准，哦，那这五种情况在四分律讲到，你去哪都不会犯到的，啊、哦，都不会犯到的。啊，就说啊，譬如说有人说啊，我山下一个别墅的、啊，哦，那师傅，你只要有空，你只要过去啊，你就那边住啊，居士有这么说了啊，也来副钥匙给你了啊，去你就开了，就随时去住了，哦，然后打个电话讲一声，哦，那这种我们去的，哦，这个他有说明了啊，这种我们都不会犯到的，哦，虽然主人没有在现场，哦，那再来往下看，律中具七法明亲后啊，这个四分律当中又。来说明啊、哦，什么叫亲厚享呢？你不能说啊，这个朋友跟我很好就拿了，其实那个好的程度还不到亲厚的标准，哦，所以哦，可能只有见几次面而已，哦，所以律中说具七法啊，明亲厚。第一个，这个男作能作，哦，这第二，男与能与；第三，男忍能忍；第四，这个什么四啊，这个密室相告；五，互相复偿；六，哦，这个招苦不舍；七，贫贱不侵。哦。如是七法，人能行之，四善亲友，准此量之，准此量，哦，都是亲厚享要具足七这亲厚义的一个标准，哦，哎，这就具七种，哦，七种，第一个是什么？难做能做，哦，这个很难做的事情，哦，比如说这个你的好朋友，这个很难做的事情，他跟你讲了，好、哦、好，你这个讲了以后，你二话不说，马上帮他去，带他去做，哦，这样子。哦，然后他的风筝掉在树上啊，你马上爬上去把它拿下来，都不怕摔下去。哦，这或者这样难做能做，你都能替他去做。哦，你不会说太多，他只要讲你就帮他，哎，不会有恶化的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男与能与啊，贵重东哦，一般我们贵重东西还难给别人，可是呢，你这个是你非常亲厚的朋友哦，他也会给你，那你也会给他，彼此都会用哦，这样子很贵重的东西都会用一样。好，拿我这个金条给你，嘿，好，你随时你身上不够花，拿去花，哦，可能这样子情况，我拿着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达到亲厚享了，哦，或者说他把他的那个什么，金库的钥匙就给你了，哦，你随时要去哪都可以，哦，这就代表亲厚了，哦，他的东西都给你用，哦，那第三那个什么，因为我们想一般这个以我们现在时空来讲，人这个钱财，一般我们大概众生都很会在乎这个，很难到说我贵重的东西啊，直接我的信用卡就让你刷，哦，你要刷多少任你刷，任君刷，好、哦、不可能，哦，不可能，哦，那这样子真的极乐世界才有办法，啊、哦，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才有办法，这边没办法，哦，所以亲厚享要照这个标准呢、啊。哦，所以你说，所以拿东西你要说亲讲亲厚享这个标准是不容易达到，哦，所以很都要留意啦，哦，你不能说这个我好朋友的东西他给我的，哦，你看他标准，你要最好减掉这七项标准。第三个是难忍能忍，哦，为恼的事情啊，就有可能有一些重大的事情乃是非常苦恼的事情，哦，啊，别人是很难以忍受，可是这个时候呢，哦，你可以代替你的好朋友去什么去忍受，哦，忍受。那这个哦，譬如说他犯了过失啊，哦，那你替他去坐牢，这不可以的哦。古时候可能或许还可以糊弄过去，那现在可能不行哦。那这个事情哦，现在也有是吧？哦，可能啊，哦，抢了你的女朋友，这个不能这么说了，亲后不能这么分享哦，不可以这样，哎，哦。那个时候我们讲都在，有什么好什么什么？古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也有这种情况。那他说他的妻子儿子都可以舍的，哦，那个，但是现在很难了，不能这样。现在有法律保护啦，哦，保护人人都平等啦，你不能这样讲，哦，那也不对哈，我们所谓的像佛寺那时候也有啊，居士很发心说把他那个什么，是他的女那个女的仆人要舍给他，就叫。帮佛陀做事，佛陀不行哦，男女有别哦，那是不可以的，哦，不可以的，第三个，第四个密室相告秘密的事都会不会互相隐瞒，都互相告诉哦，都把你们关系非常亲厚了，都是什么都
都没有隐藏的事情啊，再难说的事情，或者说很秘密的事情啊，这都难以启齿的事情，你都会告诉他啊，彼此都互相告知啊，别人他们也不会就是不会对其他人说，两个都有亲密到这种情况哦，那这样会能互相告诉啦，那这样可以做亲厚。那第五个是什么？互相复偿。哦，就可能彼此之间啊，同参道友啊，他怎么，他有过失了啊，你会被他护偿，啊护偿啊，你不会到处宣扬，哦、啊，他有做错事情，你被他帮他隐藏，哦、啊、这样子啊彼此会互相这样的隐藏。那这但是这个好友了哈、啊，这个隐藏是什么？古人讲的一种美德啦，所谓的什么，古人讲家丑也不外扬，啊或者说隐恶扬善，啊赞叹这个人对外的和一般的，那这个坏的事情，啊必。闭门以后，我们将来该调整要调整哦，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隐恶扬善，不是说恶的不去改变哦，只是赞叹好的。对外来讲是应该这样子，不要去损害到他哦。古人也有讲世俗的是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哦，是这样子。父亲有过失了，儿子为他父亲隐，不会说儿子出去以后一直把他的父亲闹亏哈，一直讲他的过失，不会这样子，这不恰当的哦，不恰当。其实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哦，有时候我常常也就遇到太久了，哦，可能结婚好几年，可是有时候讲了不小心就把他的彼此啊、另外一半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就讲一讲出来了。那不要这样子，在公众面前啊、要赞叹他你另一半的这个好的地方，啊、当然也不过头，就实质的赞叹，就因为有他啊、所有生活上比较安稳，哦、是这样子，啊、因为有他啊、所以我可以来上律学班，啊、这样子。哦，要赞叹他啊、哦，他，好、哦，那就是彼此这种互相隐藏，就是有过失，但是我们私底下对外不说，但私底下我们彼此会什么辗转相，因为你非常好嘛，你会彼此就会刚才讲嘛，密室相告，既然有过失，哎、欸，是不是这样？那这样的过失不好，那应该要调整，哦，这样习气不好要调整，哦，所以要辗转相见，相交忏悔，真正的好友是如此，哦，要这样子，除了不对外说以外，但是。我们毕竟没来，有错了还是要改的，哈、哦，要改的，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这个第六个是招苦不舍啦，所以遇到痛苦的事情的时候，他就遇到苦难的时候，哦，可能比如说遇到被倒汇啦、啊，欠了很多钱啦、啊，哦，他正在苦恼的时候，你也会去帮忙他，哦，会帮忙，可能会帮他贷款，还帮他如何处理这笔债务，哦，我们譬如这么说，哦，或者他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会帮他处理。哦，突然他在高速公路车子抛锚了，晚上叫不到人，哦，那你可能距离好远，那打电话给你，你就马上起来跑过去帮他处理，哦，是这样子，啊、哦，有人说啊三更半夜，啊你去赶快去找其他人，哦这样子，那你因为这很好的朋友，哦、或者这样子有遇到危难痛苦的事情，你会马上快去帮，不会不舍离他啦，哦不舍离他，会想办法去救护他。哦，那再来第七个就是贫贱不亲，哦，哦，对一个叫我的亲厚的朋友，他突然间啊，哦，因为人有时候起起落落，也可能家财万突然间啊倒闭啦，哦，变成都没钱啦，贫穷就变得不能身上都没钱，就变得很贫穷啦。可是这时候呢，你一样待他还没贫穷之前一样的态度去待他，也不会轻视他，哦，那这样子，哦，亲啊贫贱不亲，哦，可能他以前是很好很富有，突然间可能周。可能发生某件事情啦、啊，啊，变成那个什么没钱啦、啊，流入街头啦、啊。这时候你不会这样就鄙视他啊，你也会可能或许会尽量帮忙他，让他好转哦。那这样子的情况，哦，这样一样具七种情况才能说亲厚义哦，不能说师傅、啊，我拿了我他是跟我很好亲厚的朋友，说我拿了东西他不会挂碍哦。那这时候你就要检择这七项事情来看了、啊，哦，所以要达到亲厚义不容易的哦，不容易的。哦，所以我们在互借的时候也要留意这个部分，不能说好朋友的东西就拿，有时候他拿，啊，虽然没讲，可是他内心会不悦，哦，会不悦，哦，是这样。但是万一我们都很好的朋友，可是有时候是嘴上说，客气说，哦，是这样子。有时候这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不管任何的，我们都还客气尊重，都要讲一声，哦，然后再动别人的东西，哦，好，以上就用这个七点来什么来量度这个亲厚义的这个标准呐、啊？你要具足这种的，那这样就是亲厚，或者其中一条哦，那都算了哦。啊，来我们再往下看哦。那知耻是隐，出隐无想哦，皆为无道心呐、啊。他这种前面的那五个就是从那个什么
余祥曲、吉友曲，乃至到后清后裔啊，这个说出都是没有道心的，这五个都是没有道心的。哦，那再讲余祥余祥者亦谓与他也就会给他啦，给对付你的好朋友啦。他拿他也什么给予他人给予我们的你那样拿走都不会犯啊。他主要他就要给人的。我刚才讲了那杯是要那个水是要给师傅的那去哪都没问题再来己有者未非他物也不是他人的，那你就是认为那个自己的东西就拿走了事实上是拿错了，因为相似的东西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日常生活中会发生，因为尤其像小东西啦、圆珠笔啦或书本啦常常会有时候会拿错，也有可能。那分少想者就无主，这容易知道。占取想就是什么？即迟还也。你用了以后马上会还他。然后可能他马上紧急要用，他不在场，你用了以后跟他说刚才在紧急找不到你了，那我刚才给你借个东西占用一下，那这个时候拿来还你这样子。那亲厚者无彼此也都代表是非常非常跟我这样讲的，非常亲厚，就如上面所说的那七种。难做能做，能忍能忍，乃至亲贱不亲贫贱不亲等等，这是不分彼此啊，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你的信用卡，你的户头就是我的户头，我的户头就是你的户头，都可以用，可以通，密码都给你，卡片都放在那边，我能达到这样子，真的是很我啦，是这个。我讲这只有真的是极乐世界的时候，物产丰富，直接是那种境界才有办法。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不容易，从人寿2万岁以后啦，所以外在环境一直变化的时候，人的那个心也开始，尤其你看这次，你看尤其这次疫情就很明显了，大家一疯怕没东西的时候，也对啊，连我们想认为看到国外的那个国外都非常有。Lady and gentleman，反正非常女士这个绅士的，可是遇到那个哇，那个抢的画面，更看得有点汗颜，看到之后吓到了，大家抢到破口大骂啦，丢东西啦，因为有时候那个新闻会播一些这个话简单的短话就看得真的很可怕，人在那些你看国外有时候国外像美国，你看大家都去有的话赶快去买子弹啦，枪械，因为要防范别人来抢啊。你看他国外是这样子，好可怕的。有时候我们台湾还是好，但抢，但是至少有控制的，至少有在呼吁，所以那至少就有我刚才讲的是枪支，你看他们国外是什么？他们枪支是个赶快，你看抢物资以外，捡枪也要先抢，子弹也要先备够，为什么？防怕别人来抢他了，是这样子的。这个所以台湾，我们国家有那个枪炮管制还是好，还是好。你看我们 seven 那边24小时，你是出去走路，你看，晚上凌晨就在你下那个什么，你们的社区大楼下面就 seven 这个，那个你家的小朋友、小孩、女儿下去了，都不用怕，你看这个就是社会安定这个管治安好就是这么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绿下别室第五就绿，刚才讲那个就是亲厚意啦，绿中具七法名亲厚，就特别解释这个亲厚了哈，那七法当中这个又特别的把它解释的，第一个难做，这是说明什么？竭力待做，为之不厌，再怎么做都不会厌烦，不会嫌凉，有时候我们做事情有没有？师傅叫我做这些事情，少点，也就是说你们看你们来上课的时候啦。你们先整理环境的时候，你那时候很欢喜，不会嫌凉，不会边做嘴巴边念，某某人怎么没来，一般以前我们都会这样，凡夫都会这样，这怎么扫地都我在扫，那个人怎么那么慢，是扫完才来，我们都会有这样子，我们要转个念有时候这个真是这样子，我们自己也会有了，但是也要练习，做单纯就是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要边做边赶，那边赶就边念，会有这样的情况。尤其过年打扫长辈还有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越做越赶，那宁可以后想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宁可提早半个月、一个月赶快慢慢整理，
好，不要集中在最后一个礼拜，哇，那结果越整理越多，越整理越多，整理不完。那假真的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就要大要的整理，你不要再，因为你心会越来越烦，你这样做会容易出事情。哦，真的是这样子。人，我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在躁动的时候，尤其你看在整理环境也是会这样子。啊，有时候累啊，人一累，然后有时候脾气没办法控制，哇，或者累过头了，生病了，哦，这都要留意。二己，第二个就是什么？难与能与，哦，就是所谓的己所重物，与之不吝，哦，都是刚才讲，这个，我的金库，我的这个放黄金的地方，这个钥匙给你，不够的时候随时去拿。哦，不够的时候随取是哪？哎，可能这个你的好友可能是生产金矿的，哦，所以他自己提炼黄金，所以要自己拿。哦，这个多好，哦，这极乐世界多好，哦，这个黄金铺地什么，这个就不用愁了，哦，大家一起享用，哦，踏的都是黄金琉璃，哦。三，哦，所以未来我们大家成就的佛土，希望是这样子，哦，那到众生就没有互相这种触恼的情况了。三。吉相为恼，了无所恨，哦，就是所谓的难忍能忍呐，哦，这个难忍能忍就是这个痛苦很难忍，哦，当然生病没办法代替他啦，哦，可能或许一些哦，譬如说官司的事情啊，替他跑，或者说他的什么事情，哦，我们要讲的债务的问题替他处理，他可能非常苦恼，哦，那你了无所恨，你也很乐于帮他，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不悦，哦，或者说内心有不愉快的心情，不会。啊，第四就是密室相告啊，它的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吐露私心无所啊而无所隐啊，就是什么啊？就是像两者之间就是什么？像一张白纸啊，什么事情都彼此相告了啊，都没有隐瞒的哦。这个是目前我们这个时空真的不容易做到哦，不容易做到哦。啊，第五啊，这个隐恶扬善，恐伤外望。哦，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互相复偿啦，哦，就是最主要是隐恶扬善，哦，怕这个什么，怕讲出去的 啊，他本来他是一个，人难免有凡夫啊，难免会有，过失嘛，哦，可能说永远都完美者不可能，那说难免他有发脾气，那最后可能或许他在外面本来的一个，他或者是当一个也村里名望的人呐，啊。哦，或者在居士团体啊，特别有影响力的人啊，你怕这样子，私底下他有不好的事情啊，你不会替他啊，把这个坏习气讲出来，哦，那人家说不定事后就觉察了，那你看到以后你就把它讲出来，这不对的，哦，那亲厚的好朋友是这样子，会帮他什么引他的过失，哦，然后称赞他好的地方，哦，然后恐怕就是什么会影响他外在的这个什么声望啦，名望啦，哦，这样子。啊，第六这个什么？第六就是招苦不舍，哦，求系患难，多方整计，哦，可能他被国家可能被误判啊，被关起来了，哦，那可能这时候呢被误判，那结果呢，哦，那会误抓，所以呢你赶快多方的透过关系，然后把他救出来，哦，结果他是没有犯罪的，哦这样子，你会极力的为你这个亲厚的朋友帮忙，哦，那第七。就是贫贱不侵，哦，因为贵贱贫富啦，始终如一，哦，就是说不管他你的好朋友，哦，有钱没钱，哦，你对他都是什么亲厚，哦，都是始终如一的。你不愿意他富有，哦，不愿意他贫贱，哦，就改变他之前的本来的那个初心啦，哦，对他的那种态度，嘿，哦，以上这个这个是知识事与分别在解释这个。亲厚义的这个具足七法这个亲厚义和，哦，它的一个标准的内容。好，最后这个如是下哈，哦，如是下就是什么节显呐，啊，如是就是如是七法以下就是节显，总结来显示亲厚义的意义啊，哦，它的内容。那故知诚实方入开位，至于烂脱啊，皆现啊，这个行敏。哦，行敏就是这个犯戒啦，哦，犯戒的犯这个道戒啦，哦，那这个什么故知诚实啊，哦，故知诚实，事实上彼此之间这个亲厚义的这个彼此这个什么朋友啊，他是什么很诚实的，彼此都是这样子的，哦，那真是如此的，不是嘴巴说的，哦，那方入开位，
才进入亲后的这个开源的位置的，哦，这指的是说要具足前面的七法，哦，而且彼此是很诚实，才入于这个我们所谓的什么啊亲后义的标准，哦，它这样的一个位阶位置，哦，位方方入开位，这开就开源，开回亲后义的开源的一个标准。那至于烂脱，哦，至于烂脱，就是说其他的其余的混，这个混烂啦，假脱啦。哦，有时候没有那么清透，自己说很清透了，那你那个人家那个别人的东西，他远在天，远在天边啊，没在这眼前，你跟他一说，哦，就用了，哦，那其实是只是什么见面之交而已，哦，那不是那么清透，哦，那这样哦，就是要防范有这种假脱混乱的情况发生。那接线行敏就是会犯到道戒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戒法里面的所收摄的范围里面，哦，这样的你只要没有具足这个什么亲后义的这样子，你去拿啦，那你就会犯到盗戒啦，哦，犯到戒，哦，戒限行敏，哦，那以上就是，哎，后，哦，还有一个行中云，哦，行中云哦，不犯中五，哦，前面是五种想，那三呢，哦，前三约的心开啊心，哦，约心明开啦。哦，就约着我们这一念，哦，内心来讲的角度来讲，开源什么开什么，方好，哦，约心明开，约着这个内心，哦，没有这个内心，那内心就是什么？我们道界里面就是什么道心，约着你没有道心来开源，哦，来说明这个开源不会犯到道界的情况。那后二就是明开了，哦，旧的这个什么事项来讲，不讲到，虽然有讲到心，但是不过偏向于带在四项上，哎，你四项上再把它拿走，你看第几个，啊，暂取想跟亲后意想，这都是别人的东西，你知道是别人的东西，你把它拿走了，哦，那还有亲后意你也拿走了，哦，这个四项上你确实是有拿，而且这个什么，前面三个是什么，你啊予取想，你认为你当时予取想是别人要给你的，你也知道了，还有己有想、分少想，所以约的心你都没有到心，但是后面二种。这个是有主人的东西，可是呢，你在哪的时候，你这个什么，这时候是什么暂取想，还有具足亲后想去哪？所以从事项上看是好像你拿别人的东西啦，可是在进而去分析，你只要具足这个亲后意或者这个暂取想，也不会犯到这个什么道戒的，哦，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后就是明开旧的事项上来说明开源的情况，前面是约的是没有道心，约心说明开源的情况。哦，这五个开源不犯的这个五个条五个范围，哦，它这个说明，哦，这个行中记里面说的。好，那接着，哦，这个我们道戒就讲到这边结束，那也几乎是我们的这个持犯篇要告一段落了。那还用一点时间简单再把这个，我想，哦，可能刚才同学也有说过，在可能在最初的时候讲五戒八戒也有讲过这个。同学有问题是吧？啊，请说。对。具七法明亲后，嗯，我们看一下知足怎么说好不好？哈，律中具七法明亲后，是不是说具着一条呢？一条就具足，但是能做，能语，会不会说他难做，他会帮他做，然后可是给东西不想给？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哦，那这样子就很难做亲后啦。哦，我们假如说应该是可能要，你假如具足一条说亲后，还是要具足七个才算亲后？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哦，应该是要具足七个啦，哦，才会算亲后。那不然说，可能那种难做能做，是因为在你的能力范围，对别人而言可能很难做，可是对你而言，你不难做。哦，譬如说你是那个什么，你的好友是什么？可能做生意失败了，有一点负债啊，那你是家财万贯，你帮他一下，对你而言是小钱，好的，好啊啊啊，别人在看这是难做能做的事情，你帮他，可是你说其他的密室相告有没有达到？哦，那这样子可能就不算了，所以可能严格来讲应该是要具足七法才明心透，所以这边我们四套的文所引的律宗啊，具七法。看这样是要具足七法明亲后，哦，应该要具足这个七个法才可以说明什么，
这样的条件才说明说你这个七法都具足了，才说这样才是一个什么？你的你跟你朋友之间是有亲厚的亲厚义哦，是这样子。那你假如说逐一的，我只有其中一个，你就贫贱不屈、贫贱不侵，有比可能平常人可以做得到，哦，那基本的我们可以调整。那像彼此互长啦，或招呼不舍啦，哦，或者这个难语能语啦，哦，这个可能都真的不容易哦，可能其中有一条可以做到，其他有时候没办法具足，那这样不能当亲哦。我们讲用这个条件来看的话，嘿呀、啊。看这样应该是要具足，如是七法人人行者，哦，人人行者是亲哦，是善亲友，哦，应该这七条都要具足，哦、我们来设定说他这样叫亲厚义啦，哦，那只要以这样来看，几乎这个第五个亲厚义开眼不犯，几乎是什么？等于是什么？有说。不容易达到，所以有人要假托说，哎、欸，他是跟我很好、很要好的亲厚的朋友，那这个就是什么，托办都是过来执主后面讲的，所谓的那个什么，对对，烂托之词，哈、哦，就假借的，自己说的，并不是真实的亲厚，哦，是这样子，所以从文中来看是要具足这七个才算，好、哦，才开源这个什么，才具足亲厚义的意思的含义啦，哦。那我们自己找一找生活中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连最亲的父母亲哦、兄弟姐妹都不容易啦，哦，或者是枕边的也不容易咯，哦，是不是？哦，所以这个是啊，钱多花一点就会念，哦，因为赚钱不容易啦，你要这样子。假如今天在其他的佛国净土，就不愁吃不愁穿的话，就大家不 care。就不会在乎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得之不易啦，所以才会在乎啦。这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啊，在这个末法的主要这个人寿百岁这段时空哦，哦，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哦，众生的这内心啊，这个不好的念头会比较居多。嗯，好，那我们简单来。因为忏悔，其实忏悔的内容也很多，而且很重要。尤其这个忏悔不单单只有思想上的忏悔，那还有这个什么，我们讲的后面的，道宣立主也有讲到那个所谓的南山三观呐、啊，哦，那个观照，你看还有那个般若智慧的观照的智慧，哦，那你去忏悔，那这样的罪才能灭的、啊。那我们当然因为要细说里面的文，大家有时间私底下。啊，能去或者去翻哦，当然也有其他法师讲过，也可以参考。那我们这个因缘这个真的没办法讲。那大致上原则哦，原则上我们今天就用简单的这个哦，这个什么啊、哦，这个上玉下因法师他所做的这个什么五戒送戒仪轨里面有掌握有关于忏法方面的简单的这个事项，因为我们在操作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常常会遇到哦，会用到哦，这比较实用。那、啊、至于那。忏悔篇的内容哦，他其实宣主讲的哦，他那个义理也很深很重要，只是我们时间的因缘没办法说明到。好、哦，那我们看着我们那天简哦，那天有印的哈、哦，我们看着啊、这边说点总名忏法啦，哦，总名忏法啊，主要这边说到天台云有三种忏法哦，在天台中当面他列出三种做法忏，做法犯就是什么？你有犯到自教罪的时候，做的就是做法忏，哦，做法忏。哦、所以有受戒的人要不要做？不用。没有受戒的人不用做。有受戒的人，你有犯戒，你才要做法忏。哦，那你看这个边有说到对众生忏，就是什么？他犯到上品罪的啦，哦，才要四五人忏。哦，就像我们身众，假如说犯到上品的，哦，也要对众生来忏啦，四人或四人以上的，那居士哦也可以要这样子啊、哦，犯到上品也是如此。那对这个二三人忏，哦，那可能犯到中品的。哦，那对一人忏就犯下品的，哦，在对一人忏，那或者舍心忏就在佛前忏，或者说突然间起个恶念头，我们内心马上转念呵责一下，转念念佛一下，哦，或转心呵责说这该此念不该有，哦，那这种就得怎么起心动念有不好的念头的时候，这叫舍心忏，啊、哦，舍心忏，
哦，那第二个取向忏，就是修这边说到的修大悲忏等忏法，或什么修了以后，你可能有，譬如说你犯了这个什么，犯了重罪啦，哦，犯了杀盗淫妄的其中一条，那你做法忏做完了，那平常净额，你也要修这个什么取向忏，哦，就像那个饭碗经里面有没有，哦，那个犯到十重，那最后那个犯那忏，就是什么拜忏啦，取向忏见光见佛见好像这样子，那啊罪变得灭，哦，这样这个意思，在《饭碗经》里面有提到。那这个取向忏也是亦复如是，透过修这个种种的忏法啊，大悲忏等等，哦，然后或者净土忏等等，然后或者见光啊，见佛啦，或者梦见呐，佛来摩顶放光哦，那或者什么花现等等的光明瑞相等等，所以或一种罪变得灭。那当然，在修这个取向忏，你知道你是犯什么过失，你在修的，嘿，哦，原则上是应该犯了戒以后，针对这个犯了重戒，你忏悔以后，做法忏悔以后，拿再来忏除这条的这个什么忏取，我要让我的戒体还净的时候，通过这个取向忏，哦，取向忏，然后拜。原则上有时候要到取向见光见佛来啊，不容易。那一般我们在讲的，有时候，譬如说居士忏悔以后，有的透过拍一年的88佛啦，哦，透过这样子，我们就一个期限，哦，以前师长教的时候有这样子，那就拜见光见佛，有时候不容易，哦，那我们透过说，你努力每天都拜一部88佛，一年也相当持续一年相当不容易，哦，那第三这个无声忏，哦，就刚才讲的，哦，有点像刚才后面讲的，我们在忏悔篇当中宣主所说的那个别列三观，就是所谓南山三观当中的那个部分，哦，我们也可以翻到这个简单看一下了哈，哦，在第几页？忏悔篇。好，哦，我们224页哈，223页啦，啊，别列三观，好，哦，这就是理忏理观的部分啦。哦，理观的部分，哦，有性空观、相空观，还有唯识观，哦，这是这三观，哦，这是宣主道宣律祖所列的，哦，那有点跟这个无相忏是什么一样了，无声忏就有点是什么实相忏呐，啊，哦，或无住无声，哦，啊，诸法是什么不生不灭的，哦，这个无声，哦，你了解这诸法的啊，它的一个什么，哦，它的一个诸法的一个什么真实的相貌。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犯戒亦复如是，哦，就是我们随顺的这个妄习气、虚妄的习气出境的时候呢，你错用心啦，啊，所以犯，哦，这样子犯到了。那在忏悔的时候，你有这样观念，知道啊，一切法无自性。那我犯了戒，犯了有哦如梦如幻的这个过失啦，啊，那我透过如梦如幻的这个戒法来忏悔，那还境这样子，哦，无声忏，哦，念诸法实相。本自空寂，罪福一耳，哦，哦，则了心性本空，罪福无主，一切法皆悉空寂，罪亦消灭。所以，我们念七佛传法偈有没有？啊，哦，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身如君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或者前面那个什么，前面第一个，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出形象，幻人心事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你看他说的不是说这个罪福没有影响，而是说罪福它是不绝对的，就看你的心怎么操作。你明白道理以后，你知道罪这个什么一切法的本来它就是什么法尔，你具足什么缘，它就呈现什么相貌。那我们一般众生都会起惑造业，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些，所以随顺的贪嗔痴，所以会造如梦如幻的这个什么。受如梦如幻的三个道六界轮回的痛苦。可是你明白以后呢，明白哦，一切缘法的本质，它的一切法的本来的面目，都是法尔，就是这样子，哦，它是没有善跟恶的分别啦，哦，所以那个什么，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刚才讲的，哦，那个我们毗婆师佛的传法记，哦，罪福如幻起意灭，哦，你只要懂以后，你就会发趁而自然不绝对，你就。为了要什么？要所谓的离苦得乐，那你的法尔就会什么？就会什么断乐，要修善。你要把你的本具的这个什么本具的功德恢复起来，哦，是这样子。因为的本质本来就是，哦，我们所说的这些如梦如幻的这个恶业呢，本来就是什么？哦，是什么？不绝对的，哦，不真实的，哦，
这些罪跟福也是什么？我们希望造来的。只要我们勤心努力的努力呢，圆聚的时候呢，这些什么善法具足呈现，那这个什么，我们不再种恶因，自然而然这个什么恶罪，这个什么如梦红幻的这个什么恶业也不见了，哦，也就不会再显现了，哦，因为我们不再种下这个种子了，哎，好，哦，这个无生忏，我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去拜这个忏才有用意，不然你会越拜就啊，有一个能拜的我。哦，真实的我在办，还有一个真实的作业在办，那这样子要参到什么时候？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认为一个实在的，这两个是没办法破除掉的。我们讲的，假如说在是不是有经典在哪一本经典？哦，普贤菩萨的《恒愿品》有说，假如说作业有体相者，那这个虚空是没办法容受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哦。所以呢，我们造的福跟造的恶业啦，哦，它的本质，它的本来面目是嘛？啊，毕竟空的，哦，因为毕竟空，所有一切的可能性，哦，不是都空空洞洞没有，而是什么？你只要努力的什么断恶修善，它呈现出来就是什么，啊，庄严的佛国净土啦。那你只要趁随顺的贪嗔痴啦，未来你就是常受的就是什么三恶道六道轮回的痛苦，哦，是这样子，哦，这无生善了解这道理以后，所以我们造了恶业，透过忏法，也可以把它什么折服掉，哦，折服掉，忏除掉。时间到哈，那再来哦，这个大意，这个忏法的一个大意是这样子哦，有做法忏、哦取相忏跟无声忏，哦，那这个无声忏，这个其实这个实相的道理，我们懂的时候，运用在我们的忏法跟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很大的加持力啦。哦，以前有啊，在受长师长有讲过，你有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忏除业相就，好，以前说我们去拔草，拔那个什么地上的草、烦恼草，一根一根拔，可是你有这个。你有这个实相的道理，无生忏的道理的时候，你就好像忏除罪业，好像翻大地图一样，一翻把草都盖下去了，这个意思，所以忏罪的速度会特别快，因为知道一切罪，本质它都不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凡夫众生想象的那个实有的，不可坚固不可破坏的，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好，我再把重，那再看57页啦。哦，57页哦，这边他列出的是中品可悔跟下品可悔，哦，就是我们翻到这个什么，这个五戒的时候或八戒的时候，哈，哦，那上品的当然上品的要透过四人身啊来忏啦，啊，那这边哦中品的，这边你看这边列出来哦可悔的方便罪哦方便就如杀人未死哦你就没有进入，所以犯中品的哦因相清净大小。哦，身重三人前求忏悔，哦，哦，那就要如做法，后面会讲到那个忏法的仪轨。那等流罪就是如杀非人，哦，这个杀都是杀罪的，哦，等流罪。那根本罪就是讲了饮酒，就是果罪啦，哦，果罪就是果罪，就饮酒根本罪。那这个是中品可悔的，哦，他列出这几个。那中品罪这个像饮酒，它像一人忏，可是像刚才讲的这个。哦，杀非人跟杀这个人未死啊，要像这个，啊，清净大小身重啊，大乘或小乘的这个出家人三人，啊，面前忏，啊，这样子，哦，那喝酒哦，这个是什么中品罪，那根本罪你就找一个那个什么，出家师父前面求忏悔就行了。那下品可悔罪就是方便罪或等流罪，哦，也像是向一人前求忏悔。哦，这个是上中品跟下品，啊，这边没列这个上品，因为上品比较那个就要什么，你要犯到上品的，我们之前讲过，哦，你要判上品下品不是你说了算，你要去找那个什么精通戒律的这个什么出家师父，然后他去判定你犯的过程是不是具足犯上品，那假真的是具足的，那就依照具足的去忏，那没有，我们之前也讲过，那个善见论有讲到。要判重罪的时候，要特别考虑到很多元，哦，不是随随便便就判上品罪，哦，是这样，所以这边会没有列出来，也是这个原因，哦，我想这个法师他的用意是如此，哦，那后面这个注的部分，哦，他是解释，哦，他怎么说忏悔的，哦，那我想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哦，这个他引这个弘一大师的，还有这个什么广化律师的，哦，他的文来解释前面的。那我们再看这个二哦，忏悔之法了哈，中品下品可悔罪的忏悔之法，这就仪式了，哦，
好，那这个对身忏悔啊，第59页哈，出家五众皆可啊，好，这时候我们来到佛前啊，你找我，譬如找到师父了啊，那大家佛前啊，先啊，当一起礼拜啊，拜佛，可能出家师父先顶礼三拜，接着啊礼佛三拜，那接着再你礼佛三拜，礼佛三拜以外，你再什么顶礼这个前面要忏悔的这对面对的这个什么出家师父啊，然后再来惭愧合掌，做如是说。哦，然后后面这个文哦，我们忏悔，当然在忏悔之前，你也要确定，哦，这个师父也要知道你要忏什么罪哦，所以你罪不是随便忏的，是要先确定，在忏罪之前要先什么，先判罪，判断到底是不是你是不是真的犯了这条戒，哦，那或者你内心有疑也要弄清楚，又再来忏，啊，确定了哦，那再来忏，就照了这个仪式来做，哦，这个边说到的是中下品。都依照这个模式，哦，这边文说到大的存念，哦，譬如说我优婆塞，哦，或优婆夷某甲有故，哦，譬如这边举例啦，故杀蚊虫命，哦，可能看到蟑螂很讨厌，就把它踩死吸气啦。那这时候呢，你有这样子，就算是杀犯到杀戒的杀虫夷啦。那是什么？杀虫夷是下品的这个什么可悔罪，哦，犯下品可悔恶作罪，哦，那。此啊，即此方便恶作罪，哦，此所犯罪，我今从于大德前，从清净来，清净来就是你受戒，哦，以来啦，啊，并皆发漏，不作复常，由发漏已变得安乐，哦，那你这样这段文就是什么念三遍，哦，因为要忏悔，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哦，然后所对的这个出家师父啦，就说啦，汝见罪否？哦，这时候要问你看那见这个罪吗？不是随便忏的。你了不了解你要忏这个罪是不是真实的？哦，所以你在忏罪之前要先判了啊。的确，我有杀，譬如说杀这个蟑螂，哦，那这个是，哦，那在杀的时候知道明知道受戒，但是那个习气来得起杀，先把它杀掉，哦，那这样子就犯到这个，哦，我们讲的杀畜生命啦，哦，那就要忏悔了，下品的可悔恶作罪。那这时候你了解哦，这个是不对的哦，是下品的，那。师父都问汝见罪否？啊，你就知道哦，我知道这个是犯下品可悔罪杀畜生的，啊，答言我见，哦，那这个时候出家所对的出家师父又问啊，将来诸戒能善护否？哦，就是说，当然你忏悔以后，未来你能不能再好好的防护，不要再犯啦，啊？那你要答能护啦，啊，能护。那所答的比丘说，哦，那既然如此啦，你也忏悔啦，那就答善，哦，善男啊，善哉善哉的意思，哦，那要答儿。哦，那有点说啊，那我知道了，嘿，好，哦，这样子，好，哦，这就是这个这个文的内容，好，哦，所以这本其实讲你们要受戒这本是可以随时背在身上，假如有真的有我们平常在简教受戒过程中有违犯的时候，就可以说随时来简教，哦，有问题一问问出家师父，然后随时在每个半月前呐，啊，哦，送戒前呐，啊，就来忏罪啊，再来送戒这样子，好，哦，这个就是。啊，这个中品跟下品的，那上品的就要真的要很多出家师父来好好的计较，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犯上品的哦，所以这边没有列出来。好，住的部分我们就哦，我看啊，这不用说哦。那再我们再翻到那个什么，164页哈，64页，哦，自是灭罪哦，自是灭罪。这边是说到可能或许你出门远游啦，哦，办事啦，结果一下没找到释迦师父，是吧？若无众生可发漏忏悔时，哦，若无众生可发漏忏悔，就是找不到出家师父，而有因众悔过之心，则可自是灭罪。哦，就是你有因众啊，犯了这个过失不对的啊，比如说打了把蚊子打死了，哦，那这时候你又在出外工作啦，哦，啊，找不到出家师父。好，那这时候你可以什么啊？自是灭罪啊，因为诵经要到的啊，这个自是灭罪。这边引这个瑜伽菩萨戒说道：若无随顺普特伽罗，啊，普特伽罗就是人呐，啊，哦，众啊可众生啊，就是人啊，哦，没有其他的同参道友可哦，或者这边因为菩萨戒讲的是什么？菩萨戒跟菩萨跟菩萨之间的哈，哦，啊，没有这个普特伽罗，所以我们出家跟出家师父比丘。同法是可以对啊，来发露忏悔的。那这边讲的就是菩萨戒，不特接受，没有这个菩萨在旁边呐，啊，悔除所犯，尔时菩萨以净意乐，哦，就是有因众悔过之心呐，啊，哦，这个净意乐就是不再违犯了，起自是心，
我当决定防护当来，终不从犯，如是于犯，还出还境。哦，是这样意思。这个自是灭罪的，引那个一切菩萨戒的，可以这样。你找不到出家师父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个方式，而且还要一个条件，因众悔过之心呐、啊。所以你看那个那个唱诵师父鼓励人家多拜八十八法，就是这样子。因为常常拜，因为我们有凡夫众生起心动念都会有很多过失啦。因为我们又有一些习气透过拜这个八十八佛八十八朵的这个悲愿呐、啊，可以灭除我们这个什么种种的这个，尤其像四众戒啦或者它的相关的等流啦，都可以忏除的这是佛的慈悲那这边65页这边说到我们看的这个五戒表解这个地方你看这边也有说过这边若有犯人不应复偿过数当于生前或比丘三人一人发漏罪相，顶礼忏悔。那当然有一种情况，你假真的不得，你也可以在佛前你自己先说出来，就是你本来就没有要复偿的也要遇到人那现在或许打电话也可以先发漏，因为现在方便嘛，古时候没有电话你可能出行远游在那边露宿啊，找不到人，一个聚落跟聚落太远了。那这时候没办法，那个先生打电话说某角某角啊，我打死一只蚊子先发漏，那到时候找机会再到寺院去忏悔这样子也行也行然后这边又因常自礼佛忏悔观讲的，我们讲的拜八十八佛啦或者专礼一佛或者千佛等等都行，或拜忏这个是唱功师傅他在五戒表解里面有提出来给我们的后学啦，学生当做一个说平常说要勤于拜八十八佛，这也是唱功师傅鼓励的他这终身是拜八十八佛，也鼓励我们这个什么这个不管在家居士或出家师父都拜八十八佛，所以八十八佛在早晚课诵的晚课当中，有时候是用念的当然念也有功德啊，这时候但是唱功师傅呢鼓励大家能用什么拜的鼓励用拜的。第三则心忏则心忏这个则心忏就刚才讲的，但起心动念有杀盗淫妄或者不好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则心忏若忆起有杀盗淫妄之心虽身口未犯身口没有犯，但是下一念我们就起呵责的心，这种呵责的心说我们不应该起这种心不是那个呵责心以后你就破口大骂了，骂自己也不必要这样子就知道这个心不对的不对的，那不对，那我们就转念念佛，那以后不该再起这个念头，但是下次他可能还容易再起，因为我们凡夫会有时候这个习气会烁烁起，可是烁烁起烁烁忏，烁烁起烁烁转，烁烁起烁烁转，转久了我们这念心就当下一起念头，我知道不对马上就调回来了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心就是这样，你锻炼久就会有堪能力，有时候念头坏的念头可能初学的时候你可能影响你好几天，可能慢慢你常常去练习练习练习久的时候，当下那个什么坏的念头要出来你觉得不对劲的那个什么机会之处的时候，你就不会让他那个念头泛滥出来，你就机会之处好像那个什么那个星星之火刚刚灭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对这个在放任就会起大火，你就把它扑灭你内心调伏烦恼久，你会有这样的一种觉察力这种就是自己能常常有练习就会有这样的体会，尤其我们要起恶念头的时候，你有一种观察方式，看看你的受运，体会体会你的受运，我们受运会有变化。这也是这个什么，我当海公他老人家在往生前，我们有机会去听，就听他开示，他也讲，他说修行者要对这个受运要有觉察，要有智慧去观察。当我们要起心念头当中，我们这个有时候恶念头的时候，我们色身会有变化。你假觉察受运色身的不在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个情绪可能会有失控的情况，那提早就能觉察。是这样子，受孕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真的发生或者事后发生以后去体察，真的会这样子的你练习久了以后，所以当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生气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医学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肾上腺素，是不是会突然会体内会分泌肾上腺素，你人就会好像血液就会流得特别快，那人就容易
哦，那个要生气的情况就有这样起来。当你肾上腺分泌的时候，你稍微进心经点观察，身体会感觉一个变化。那时候你觉得，哎，身体在已经开始在有肾上腺分泌了，代表不对劲了。这时候你要就要退了，这不能再讲，再讲下去可能会失控了，哦，脾气会发起来。好，哦，当然这个就刚好引道公家师海公他说到了，就是要对受孕有觉察力，要有智慧这个意思。哦，那这个择性忏就是这样子。哦，这个起心动念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我是学佛之人，不该起这个念头，然后转念念佛。哦，这样就常常训练，那我们的念头就容易清净了。这个清净不是说都没有东西，是什么？你起来以后马上能转，你观察乃至你有前面的实相的道理，知道这个念头不真实。你看，第二，我起念念佛的时候，哎，刚开始前面的恶念头不见了，他的势力不再影响我了。哦，我们可以就这样去察觉。哦，你假如真的哎，刚才起的恶念，可是我这时候转念念佛。哎，前面的恶念，你在念几句，你心平下来以后，你观察，哎，刚才的恶念跑到哪边去了？哦，就刚才前面讲的无声忏的那个理，哦，那个可以用在我们这个任何的一个忏吧。刚才讲的自知忏或择心忏，哦，我们要这样智慧去观察。哦，那择心忏法就如六十七页，哦，这个忏公事务所列的一样啦。哦，我们也可以照着这个文来去修。所以这本书，哦，这个是这个上谕相应法的慈悲，它简略用列出来给大家。所以像这本，大家其实应该是有请的吧？哦，有请的话，这个随时可以用的。让我们自己也平常，我们出家师父也有一个平常常用的这种所谓的生前作词的这种小本的可以运用。嘿，是这样子。哦，这个以上是简单再把接到这个忏悔的仪式的。那忏悔的这个意义和内容啊，哦，我们这一期啊，这第三届没有因缘啊，也惭愧没办法讲到，哦，那或者下大看看未来有没有因缘，哦，这个忏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思相忏跟理忏的重点很多，哦，也要讲，哦，也要花一些时间来讲了，哦，那就看他下次或者第五届啦，还是第五届第四届啊，第四届看有没有因缘讲到，哦，把它讲到哦。或者大家有因缘可以再重复的听。那本学讲的部分，我想在家贝兰讲不，我们这是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哦，不敢说讲，还有其他很多师长，哦，前啊，出家的这些法师他们也有讲过。那你们假如没有讲的部分，你们也可以讲，有时间也可以花那个时间去听，哦，去听没讲到的部分，哦，好的。那我们第三届的这个在家这个律学班就到这边算是圆满了。哦，那也很感谢大家这个这几年来的这个什么护持啦，让本学这个讲的也是学讲，很感恩大家的护持。那讲的不好也希望大家多指正。好，哦，那就不能像啊，哦，有问题吗？也是的，可以这么。他这个等流就是说跟什么，比如说杀戒哦，他这边法师有解释哈，同一类的，比如说杀戒，我杀人、杀畜生、杀那个什么、杀非人，哦，这个都是同一类的，这叫等流，哦，那这边有没有？你看哦，这个，你看方便罪就是什么？本来我们自杀戒的主要就是杀人，是上品罪。他因为什么没入根本，叫他方便罪。那等流是什么？其他等流的是说，不是政治的，杀人是政治的。那其他杀非人跟畜生就是什么杀戒的等流，都属于同一类的。但是他解的罪就是轻的。那真正自杀到淫妄重罪就是什么杀人，以人为这四条戒都以人为主。哦，像我们刚才盗戒要盗到上品也是什么盗人物才会上品，盗非人跟畜生物是中品跟下品。意思是一样，所以他就是什么？那其他的非人跟畜生就是等流罪，跟相同的这个什么，同样是杀戒，但是他不是犯到上品的杀人这个部分的，好，哦，所以的等流。那杀人假进入根本叫根本罪，没进入的叫做什么方便罪，好，哦，是这个意思。好，哦，那饮酒就是根本啊，你喝口就是结根本罪啦，好，哦，这他是中品的，哦，可悔，哎，这个意思。那了解了哈，好，哦，了解。那喝酒有没有方便罪？好像只要入口烟饭呐，啊，好烟饭。那个后面假如大家有时间可以翻哦。他假如当然每一条戒都有方便罪，那假如他是方便罪就是下品的哦，下品的。OK， 哦，那就
还没有问题，没问题。那我们的文课就到这边圆满。好，向下也不能再向下问禅了。好，没有附带来字的。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下次有英语，我们大家再一起学习。好，那我们这个第三届的律学班就到这边圆满回向。